算了吧。好，那我们就宣布开会哈。那我们接下来请议事员宣读今日的议程报告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一、邀请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祥宙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二、处理院会交付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等三案：一、冻结退出一官兵就学职训100万元案；二、冻结退出一官兵服务救助与照顾400万元案；三、冻结荣民安养及养护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5000万元案。以上宣读。好，谢谢。有关报告事项里面，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的三项冻结案，就是退出一官兵就学职训、退出一官兵服务救助与照顾，以及荣民安养项目下的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三项的冻结案。书面报告呢已经送交本会，那我想各位委员都有看到了哈。请问一下是否同意解冻？来，那个江委员，请。那个江委员到前面好了。就是这个荣家这个部分嘛，哈，8亿冻结5000万这个案，哈。那是这样哈，虽然说退辅会，也有来跟本席做说明了哈，不过这边我还是要再提出来一下，也让各位委员做一个参考哈，那看看这样子的解冻哦，恰不恰当哦？因为当初这个冻结案哦，可能主委，那时候你不是主委哈，那我还是让你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荣家跟地方政府啊签的这些合作案。从民国96年就开始。那去年我会提这个冻结案，是因为这个计划执行历经了7年，实际上是安置了一名低收入户的老人。好，那你又号称说你每一年跟地方政府啊，也给他们100多个床位，但实际上用的都很少，执行成效非常之糟糕。好，那这个。跟当初我们要做资源整合的目的啊，这个落差太大，你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发挥说要把你空余出来的床位，或者是说在荣民使用之外有多出来的床位要跟地方政府来合作的时候能够达到它最大效益，并没有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经费项下我们就冻结了5000万，是冻结不是删除。可是今年呢，我再请你们来提供资料，到目前为止，你们在总共啊，1、2、3、4、9个啊，9个荣家跟地方政府签订有资源共享床位的9个，合计提供145个床位。目前有安置的，啊，不是荣民的，给地方政府来安置的，主委你知道有几个吗？啊，哎，主委请回答。我跟你讲，白河一个，啊，我这边手边的资料，你们给我的这个资料，啊，然后呢，屏东7个，马兰2个，总共10个，145个床位，结果你跟地方政府提供的，你提供给他们啊，他们只使用了10个，哎，那请问那另外135个根本没有用嘛？那既然这135个都没有用，你凭什么要花钱？你凭什么要花钱？我可不可以合理的把这个钱扣下来？可以吧？诸位，你觉得合不合理？我又跟你报告，您刚才因为如果我今天让你100%的解冻拿去用，那就代表说你没有用也是要这个钱，一用了也是要这个钱，那这个经费的编列是有问题的。反正我用不用我都编这些钱嘛。就变成这样子的，所以我这个逻辑上面，我必须跟主委报告这个事情，你们要去处理。我们不反对资源共享，这也是当初退辅会愿意跟地方政府，或者也有委员要求，希望你们提供这些床位给地方来使用嘛，非荣民，然后给地方的这些需要安养的人来做使用，这是一个美意。可是已经做了这么多年，成效都这么低，
但是你们要检讨啊，你有没有去问地方政府说到底你们还需不需要？你们有没有去问？有没有每年滚动式的去检讨说还要不要用？那地方政府有没有责任去评估他大概一年需要多少个，而不是说站着那个 quota 在那边，然后这叫摆好看的啦，就是摆好看的嘛。啊，这也不是今年才这样，我已经跟你讲，我去年提案就是因为看到七年的这个成绩我看不下去了。哎，一百多个船你只用了一个，然后你还编的经费。那今年你要来解冻，我不反对你解冻，你该用钱我给你用，但是你给我合理解释啊。那135个船位用多少钱？那135个你没有用到的船位成本是多少？可不可以回答我？我跟你全报的报告。您刚才说的都是实况。那么我们从新竹、白河、嘉里、屏东、高雄、这个南子，我们9个地方跟地方政府有资源共享的协定，这个协定呢过去是放在紧急资源来用，所以说它的量比较小。那么今年我们特别从一般民众自费入住试办计划，我们就把它拟定了。那么这个计划目前已经跟相关的单位完成沟通协调，同时院里面马上就要核定了。我们相信在10月份以后开始，我们就可以开放给一般民众的资源共享。那么这一部分呢，我们的预算解冻，我们最主要是推这个计划。好，10月以后，那前面10个月的成本是多少？啊，这个我们去详细估算，因为前面10个月的空着啊。如果说你跟我讲，你现在有把握跟他讲，10月开始到12月，我145个船位全部占满，那2个月前我跟你解冻啊，没有问题啊。可是前面1到10个月你空在那边。你要用到什么钱？委员，你必须要让我有资源，我可以去推动这个事情。我知道，好好，我知道，我当然会给你资源，但是你们必须给社会交代啊！这些钱是纳税人的钱啊！如果我们的经费都是这样子来编列，然后我们没有好好的来把关、来审查的时候，你们明年的预算编来还是这样啊？还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开办了，所以说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对不对？如果我今年跟你讲说，你根本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你就应该把这些人扣起来。那我相信你明年编上来，你就会去评比说，会去评估说，明年我到底会有多少船位需要用，多少船位用不到，我的经费要做一些调整，好不好？我不是反对说你们用钱，可是我希望你用在真正需要用的那个地方，而不是编了一堆有没有解冻都没有差。我也不希望你来讲，好像就是说我就是要解冻而已。我不是来跟我讲说，哎，我们真正用了多少，然后哪些真的还没有必要再用。我希望我们的单位抱着心态啊，你要改变啊，来跟我们委员讲说要解冻，或者说不要删除预算，你的态度要改变啊。你必须告诉我为什么，实际的状况是什么，而不是说长官叫我来，要我解冻，我们就赶快一定要让他解冻，不是这样子啊。当然，包委员，我接受你的指导，但是你让我解冻去办。我一定有成果。我跟你讲，是今天这个解答案通过，我们所有委员都要负责哦。如果你今天的钱解冻了，10月到12月你交出来成绩是不能看的，我们所有委员都一起陪葬，对不对？所以我在这边特别提出这个要求。OK， 好，好，委员，谢谢江委哈，我会这样建议了哈，因为我们解冻也没办法部分解冻，要就是全解冻，不然就不解冻哈。那因为刚才主委做的承诺，就是从10月开始会有一个新的做法出来，那希望让自办入住的这波能够有好的表现出来。那我是不是建议就是说我们就先解冻，然后在10月正式推动之后，尽快提出一个具体的一个计划，然后让委员会了解。成果拿出来，在月年底之前把成果拿出来，否则你下个年度的预算会受到影响哦，好吧？好 ，OK， 好。那除了江委员之外，对于三个解冻案，大家还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啊，没有，那我们就三个解冻案就解冻，好吧？就通过，谢谢。那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出席的立法人跟官员哈，在场有我们蔡适应委员，江启臣委员，陈廷飞委员，刘世芳委员、王定宇委员、吕淑玲委员跟徐世文委员。好，那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辅导会的官员哈。我们主任委员李祥洲李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李文忠李副主任委员，还有我们吕家凯主任秘书，综合规划处处长冯义成，服务照顾处的处长林夏富，救养养护处的处长赵秋莹赵处长，还有就学就业处处长董龙泉董处长，还有就医保健处处长罗庆辉罗处长，事业管理处处长杨家人杨处长，还有退出给付处处长王德本王处长，还有行政管理处处长刘志福刘处长，人事处处长蔡英良蔡处长，政风处处长贺国明贺处长，会计处处长林顺玉林处长，还有我们统计资讯处处长张志强张处长，法规会执行秘书黄静心黄执行秘书，还有台北荣总我们院长张德明张院长，台中荣总许慧恒许处长许院长抱歉，还有高雄荣总刘俊鹏刘院长，还有荣民公司兼代理董事长张小珍张代理董事长，还有我们行政院主计处总处曾焕栋曾专门委员 ，OK 好。好，那没有漏掉的哈。好，那接下来我们今天主要是邀请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来做业务报告。那我们首先邀请我们李主任委员就退辅会的业务做报告，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个人今天应邀列席报告，自感荣幸。当前资深农民逐渐微化，青壮农民渐成主力，募兵制推动以后的第二类退出役官兵日益量增，因此建立创新改革而且符合国家趋势发展的完善退辅制度势在必行。本会深信，国家对于退伍军人的照顾服务，就是现役军人陆立前线的潜在动能，更是未来青年学子从军报国的最大诱因。据此，本会已经渐次完成年度施政工作的调整，把有限的预算分配在重点项目上。跟今年来比较，明年的就学就业预算我们将增加1亿9130万余元，长照相关的业务也增加1亿5623万余元，逐次的强化就学就业服务的工作，同时兼顾就医就养以及服务照顾，针对不同层面的退出役官兵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以及辅导，建构有志从军的青年在役以及退伍后完整的生涯规划。现在仅就近期辅导的工作的执行以及策进择要的报告。首先报告强化就学就业的辅导，本会为了落实总统强化年轻官士兵就学辅导，提供军人在职以及退伍后竞争力的政策，强化募兵制招募诱因，大幅扩增明年度就学就业预算，并且严厉完成具体的实施计划，把就学就业以及执行工作前推，在志愿役官兵从军第一天进入军营，就由本会编成专案的编组，明确地说明退伍的制度，除了激励官兵规划军中以及退后的生涯之外，并且间接地稳定军心士气。为了让每一位志愿役届退的官兵都能够需求获得满足，在届退前3个月，由本会派员做权益说明以及提供职涯的资讯等系列活动，协助顺利的就业。同时，在第二类退出役官兵资格核认方面，由各地的荣服处主动地办理核认程序，核认率我们预估可以大幅提升到100%，让有需求的官兵都能够实际的受惠。在就学进修方面，把激励的角度来出发，明年度依核实补助的原则，补助额度由2到4万提高到3到5万，大幅扩增就学奖补助金的预算。其次，在就业辅导方面，把现行各荣服处临柜接受
服务申请的方式采源头管理的作为，在官兵戒退之前 就前往国军指定的营区整批办理需求的调查，逐一针对需求来开案个案管理，让青壮的低阶的戒退官兵都能够适性的选择，针对有创业需求者辅导参加创业育成课程，习得应备的知识，辅导贷款利息 50% 的补贴，减轻退出役官兵创业的负担。另外，本会过去为了照顾荣民前辈，我们参酌了世界先进国家的经验，全力推动三级医疗整合的照顾，并且累积医养合一相当的经验。目前我们正依据来着手规划建立完整的作业基础模式，并采择地试办长期照护理园区，作为政府未来推动相关政策的参考。针对重度失能的家庭照顾负担，本会将于明年以15所荣民医院开办医养合一的全方位日照服务与居家服务，来充实长照 2.0 的资源，也进行了资源的盘点，与地方政府合作从事资源的共享，请翻次页。同时根据推动家里荣家私自照护交研专区的模式，到板桥、桃园、彰化、冈山以及屏东等荣家，预估可以提供照护服务370人，建构国家失智症照护的网络。另外各级荣院均设有居家护理所，提供居家护理以及居家医疗的整合服务，协助病患从医院回归到社区的生活。接着报告扩大荣家资源共享。面对我国人口高龄以及少子化的趋势，配合政府长照政策，积极强化荣家照护服务认证高龄友善环境，持续释出资源 与民共享。根据办理103到106年云林以及台南荣家家区设施环境营造忠诚计划，建置符合长照设施的标准床位，争取明年额度外的预算，积极改善设施，为了顺利接轨长照，提供失能老人照顾服务。同时研拟荣誉国民之家办理自费入住业务试行计划草案，呈报行政院审核，是同意之后即可开放荣家床位到160到400床，对于有安养以及养护失智需求的一般民众长者，都能够申请自费入住荣家，以充分的发挥政府资源最大的效应。其次报告周全关怀服务的照顾，以19所的荣服处作为地区资源整合平台，连接地方政府、民间社福团体以及社区照顾关怀的据点等，建构绵密服务网，提供退出役官兵适切而完善的服务照顾工作。同时配合国家长照政策规划，结合社福资源，建立巷弄长照站，由荣服处协助轻度失能的退出役官兵参与社区活动，提供在地化的社区照顾。各地的荣服处结合现有的3000余位荣心志工，提供年长单身荣民荣眷居家服务、卫生保健、陪同就医、防骗宣导以及送餐服务等37万余人次。另外也将持续的鼓励退出役官兵或者是眷属加入本会的荣心志工行列，来提升志工的服务能量，促进社会的祥和。接着报告健全事业机构的体制。本会目前主要的转投资事业一共有25家，我们希望借由公司获利挹注在安置基金上，来提供退出役官兵安置就业以及职业训练所需的经费，提升取等的竞争力以及就业的机会。另外所属的6个农林机构，为了因应社会以及社会环境的变迁，积极发展观光油气事业以及乐活农业，各农场依其地理以及自然的景观，逐步转型为各具特色的油气场所与旅游景点。为了改革转投资事业高阶经理人遴选的机制，以及杜绝资领双薪争议，研究本会投资事业机构会派董事以及监察人管理的要点，借由
扩大选材的范围，引进具领领导管理以及相关专业学能的人员，来强化督导管理以及提升营运的绩效。本会近期我们已经依据新修正的管理要点，遴选了具管理领导以及相关专业学能的人员一共12人，推荐到转投资企业来担任高阶经理人。这其中降级、校级以及民间专业的人士各占1/3。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扩大选材，能够为经营事业注入心血，提升营运的成效。同时，我们也正研究高阶经理人绩效考核的要点，来加强绩效考核，强调留优汰劣，来更加促进整体经营的效能。接着报告收整年金改革的意见。本会因应政府年金改革的政策，收整退出役官兵对于政府年金改革的意见，办理了农民代表恳谈会一共19场次，分区服务网座谈会397场次，来收整年金改革的意见，一共有16类99项，目前都已经提送给国家年金改革委员会、行政院年金改革办公室以及国防部来重视参考。另外，也特别精进本会的网站。我们目前课程积极从需求者的角度来规划，并且以互动、便利以及活泼性的设计，包含增加分众导览界面、业务恳谈专区等，满足各类使用者的需求。同时，预计我们在本年11月的时候开始正式启用新的这个网页，使社会大众能够更加了解本会完善的辅导机制以及功能，提升整体服务品质以及效能。最后报告，为了配合募聘制的推动以及辅导对象年龄结构的改变，本会服务的工作重点已经逐步朝向多元化的发展，今后将在行政院的政策指导之下，妥善的调整资源的配置，以达学有所用、壮有所业、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孤独困苦者都可获得适当服务的照顾的目标。希望各位委员先进不吝指导与督促，并且恳请年度的预算最后敬祝各位委员先进健康如意。报告完毕。谢谢诸位。接下来我们进行委员的跟诸位的询答哈。那案例本会的委员是10+2分钟，那非本会的委员是8+2分钟。那我们10:30发言截止登记。那我们现在一开始，我们先请我们蔡适应蔡委员，咨询台，谢谢。主席能不能请退辅会主委就备询台？请李主委。委员长，主委长哈，来，主委不好意思，来，第一个哈，我想先请教一下，昨天我在这个委员会询问我们的国防部部长的时候，就目前教官的一个问题哈，特别去询问哈，这个前我们的教育部次长哈，曾经表示哈，他说5年内啊，让现有的3500名的教官要退出校园，那其中提了4项的解决方案，第一项叫做回归国防部，第二项叫做参加公职这个转任的考试，第三个是接受师资培育成为全民国防的专科老师，第四个是转任退辅会。那昨天我在请教国防部部长的时候，部长有回复了这样的一个内容，就国防部的回复，他说考量教官所学与专长与现行的军力不符，同时军队内部的相关职务也已达饱和，故教官退出后无法回归军队。好，那我现在想请教，因为这个会议我听说教育部还没有找贵单位还去召开哦，我在这边想先请教一下我们的主委，就教官退场机制这个议题来讲，那退辅会的看法大概是怎么样？跟委员报告，这个军训教官在教育界他有他的历史背景，当然也有他一定的功能。那我们配合这个国家的政策，我们如何去安置退伍军人，这是整体我们退辅会的核心任务。
当然，我们如果说要安置这些教官，第一个我们可以这个辅导他就业，有就业，或者是后续就学的机会。第二个，我们让他参加职训，我们可以去扩大他未来这个生涯的规划。第三个，我们可以协助他公职的转任。那当然，他必须要接受完整的这个国家考试。那么另外啊，我们可以去把他在职前，也就是他现在在军训业界，他的专长、他的兴趣，我们去建立一个人才资料库。我们为了照顾过去你在服务军中，你对国家有贡献，那么你现在仍然希望继续发展，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做全盘的规划。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3500位的教官，你们的安置的模式就比照我们一般退伍军人的安置模式会一样来，把它纳入一并处理就对了，是不是？大概这个意思，大概这个意思哈。好，那3500位有办法全部都安置完毕吗？恐怕困难度很高，困难度很高。但是呢，我们从他的专长以及我们了解的完整资料库，我们去做全盘的探讨。OK， 我想说这个部分可能退辅会应该要内部先做一个规划出来，到时候再跟教育部再谈的时候，你们提出你们的版本，让教育部能够做参考。好，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就关于我们这个转投资事业改革的一个问题。那我在上一个会期的时候，也特别有要求我们的退辅会，就我们的人员的所谓之前我们军方的人员转任退辅会所属事业机构的一些高阶主管的时候，可以将所谓的这个优存的利息给予停领的问题。那因为过去一直只有在领优惠存款，那大家也认为说这个造成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一个现象，因为在我们政府其他交通部门、经济部门他们所属的转投资事业里面，这些人其实都是停领18%的，当时只有军方继续留在哦。那后来很高兴我看到说，在今天的报告里面，我们的主委也特别就这个部分已经做了一个宣示哈。那我想请这边请主委再说明一下哈。第一个，这里面有一个扩大遴选范围，一个是年度绩效未达标的部分哈。那我要问的是第三个问题，就是说现阶段在我们的报告里面写到，就是说停领这个优惠存款以及停领退休分给予这个部分啊，在这个报告里面有写到嘛？那我想请教一下主委，从什么时候开始执行？从他们就职开始，他就签自愿切结，他停领。好，这个，那所以第一个签领的是我们哪一位？从什么时候开始？谢谢委员，我是事业管理处长哈。我们修订了董监管理要点之后，今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派任了新兴客运的董事长等12员开始，他们就停领了18%。好，那你们讲这12位是哪12位的？我们的派去的董事长，一个是新兴客运嘛，还有嘞，新兴客运董事长泛亚公司的董事长，新家公司的董事长，还有那个。还有那个新湖的副总经理，新桃的副总经理，新龙的董事长，还有我们那个农民制药公司的总经理，以及啊那个农民公司的代理董事长，以及啊专任的总经理，还有国华海洋公司的那个总经理。OK， 所以这些人就是在我们就是8月1号开始之后，他们转任的时候就已经都签了放弃。领的这个同意书，是的，就开始执行了嘛？是的。OK， 好，我在这边吼，就这件事情，我要非常肯定我们退辅会吼。那主委在你上任之后，就做了一个过去我们退辅会都没有做的一件事情，在你上任之后，马上就给他处理吼。所以就这件事情，我对你表示肯定吼。那我也相信，这也是我们国人期待一个公平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吼。好，那再接下来吼，我想问一下这位人士吼，主委，我想看一下，你知道他是谁吗？陈金峰哦，最近他很有名，因为他是我们台湾很重要的棒球英雄嘛。那他事实上，在最近的时候，他也正式从球场上退休哈。第二位啊，第三位哈，黄平洋跟陈奕兴，我想主委你应该都知道吧？这都是我们台湾棒球队非常有名的人物哦。今天不是体委会这个教育部体育署的咨询，可是为什么要问你这三个人哦？主委，你知道这三个人跟退伍有什么关系吗？哦，原来民事。我再问一下，这三个人跟退辅会有什么关系？好问题哦。嘿嘿嘿嘿
来，下一张。诸位懂了吧？懂了吧？这三个人过去啊，都是我们的龙工棒球队所培育出来的优秀的选手。陈金峰在我们的龙工青棒打过，然后我们的陈奕信跟我们的黄平阳在我们的龙工城棒都打过。那我想问一下主委啊，我们的这个龙工棒球队现在还在不在？目前我们没有支持这样的一个运动，没有，就已经不在了嘛。吼，根据我们资料看到的是2006年就已经结束了，就已经结束了。吼，那我是觉得很可惜，为什么？因为最近看到陈金峰的新闻，我特意去翻了一下，才发现，在陈金峰的成长历史过程当中，他能够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棒球英雄，我们退辅会啊，功不可没啊，功不可没，非常了不起啊！还有许多优秀的棒球选手，都是由我们龙工处这边来培育，龙工棒球队培育出来的。那最近我都在想哦，这个我们大家在讨论职棒的部分，说现在职棒只有四队哦，可看性不够，希望可以增加第五队。我后来就想了一下，我们全国所有的事业单位退辅会转投资事业最多哦，所以呢，为职棒请命一下哦，主委拜托你回去责成你们的转投资事业，去想一下，过去我们推动的龙工棒球队在2006年把它结束掉了。有没有可能再次恢复它，甚至呢进军职棒？我想这是有好处的哦。第一个，你也知道台湾人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棒球运动。第二个，龙工棒球队过去有非常辉煌的历史，不论是他球队本身的战绩，或者培育出来的许多优秀的棒球的球员，都受到我们退辅会的支持。如果今天我们的退辅会能够有这个意愿，你邀请你的转投资的事业机构，大家讨论一下，大家愿意出来来支持一个第五队的职棒的话，是有非常好正面的一个意义。包括我们很多军中的优秀人才，过去他可能是因为要服国防替代役的这所谓的体育替代役等等，他其实都可以参加我们的龙工棒球队啊。所以你不用担心你的兵员不足的问题啊，对不对？所以到时候你的龙工棒球队战力可能是数一数二的哦。所以这个部分，我想说，请我们的主委也不用现在告诉我行或不行啦，回去研究一下。你以后不用自己决定退辅会自己编预算，不用，请我们的转投资事业吼，杨家人杨处长，你听到吼，你来处理吼，拜托一下，这个是为我们台湾的体育吼继续让它做下去。更何况政府也在推动我们的体育有申请所谓的抵税等等的这个规划等等嘛，那政府部门来带头做这样的一个示范，我相信应该有很好的一个效果吼。我要跟你报告一点，好，请说。你说这一段，我不禁想起我们当年龙工处的处长严孝章先生，他除了配合国家的重大建设，就是他照顾退伍军人，但是呢，他整个把国家发展都当成我们要努力的目标。所以当然，这就是我们现在辅导会。对啊，所以可是你们，我同意委员的，你们后来的人没有跟随他的这个志向啊，就给他 close 掉了，对不对？好嘞，再来第二个哈，就是比较严肃的问题了哈。欧新环保的部分还是要问一下哈，来，这个应该也是事业处管的嘛，事业管理处，好，是，我记得哈，我们上次在问你的时候啊，这个时间可能不大够哈，我在问的时候，你们告诉我说什么时候要完成，因为这个在公文里面写得很清楚，103年7月21号，行政院就已经要求你们撤资，你们报函给行政院了嘛，好，是的，今年是105年9月22号，两年了，还没完成撤资。结果呢？我在上个会期询问我们的退辅会主委跟处长的时候，你告诉我说，因为经济部跟环保署表达支持嘛，对不对？你们有这样回答嘛？吼，后来吼，我在左思右想，问了我们几位委员，我去问了一下吼，这两个单位怎么支持你们呢、啊？有发文给你们吗？不是，我们有内部研讨过，还是有电话通知你们？报委员，我们有内部研讨过，因为这里面牵涉到这两个单位有来跟你们表达支持吗？有公文，或者是说？有打电话，我们有还是这个经济部工业局的局长，还是环保署署长告诉我们的主委或者处长说，哎、欸，我为什么没走？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吼，因为这个案子吼，它的地点很敏感呐、啊，是敏感的原因是我们王定宇王委员的选区就在这个地方吼，所以等一下问的比我还详细。为什么？我是替他先起个头吼，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按照我们103年的决议，就是要求你撤资啊。如果今天你们认为有问题的话，你应该发函给行政，你们都没发函呐、啊，你怎么可以两年都不作为呢？你可以怎么可以两年都不作为？然后就告诉我们说这两个单，我们去问过喽，结果好像没有呢。所以主委你要查清楚后续的秘密吼，等于请我们王定宇王委员再继续问下去。好，以上谢谢。好，王委员谢谢。
好，谢谢，谢谢蔡委员。接下来我们请江启臣江委员。好，谢谢。主席，请邀请主委，请李主委。委员好。那个主委啊，我想今天大概北中南的这些荣民医院的院长也都有来啊。我请教一下院长啊，不是，先请教主委了哈。就是退辅会啊，明年的预算我大概看了一下，虽然我们今天呢、不见得全部在谈预算了，不过这跟你业务绝对有关。明年你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在预算编列上凸显出来，就是你的长照业务啊，长照业务，你长照业务增加了1.5亿多万，1.5600多万啊。那政府要推长照2.0，这个是利益良善，好、过去其实也就开始推了啊。那现在新政府要继续来推。好，这个没有不行啊，可是现在让我们必须去某种程度上也怀疑啦，到底整个退辅会你的业务啊，你跟卫福部啊在长照这一块你们怎么分工？因为这样看起来有点好像卫福部在扛你们之铠啦，好，然后呢这个荣家荣院你在整个长照 2.0 下面你的角色跟功能你怎么转换？你是要全部转换成变成长照了吗？还是说你在你原本的荣家荣民这个荣民的医疗照护上面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这个光看这个预算的编列啊，我会觉得有一点让外界有点看不清楚啦，啊，所以我说这个部分到底你们跟卫福部要怎么样去做分工，还是说卫福部反正是叫你们做就对了，叫你们编经费啊，长照 2.0 你们赶快去做这样，反正卫福部自己本身还没有那么积极耶，为什么会这样？我这个特别跟委员报告，当然长照政策是国家既定的政策，那长照的规划主要的任务是在卫福部，但是呢因为我们有长照的基础作业，我们过去我们医养合一的这个模式啊，让我们的这个所有荣家的荣民呢、都受到很好的照顾。当然，我们希望利用这样的一个能量，我们能够去扩充成一个完善的长照制度。那么，我们照顾的是荣民，卫福部他照顾的是一般民众。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把荣民这个长照的规划能够建立一个完整的机制，提供给卫福部参考？那其实我们明年不相冲突，对，明年多增加了这一，因为你原本的这个安养其实某种程度上已经 cover 了长照的一部分嘛，是，好，那现在你又多变了1.5亿多万，所以我想知道说这些业务上面到底改变了什么，好，为什么要多增加这么多的经费，好，否则的话我们退辅会其实在业务上面的经费并不多啦。我们增加的部分有三个部分，第一个是软体的部分，软体部分当然是所有护理人员、这个医疗人员他的这个证照、他的执训。那么第二部分是硬体建设的部分，硬体建设的部分最主要是在高龄医学照护以及研究中心。第三个就是我们整个建立制度的时候，将来是从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健保体制来支付？那以后哈、我再请教一下哈，因为这个又回到过去长期以来啊。我们知道啊，这个退辅体系的医院跟卫福体系的医院的管理问题，对不对？现在我们荣民总医院跟不归卫福部管嘛，是归你们管嘛？好，那未来长照的部分是不是也会变成这样子？还是说你们长照的部分就是也归给干脆归给卫福部来管？这一部分哈、因为目前这个长照。包含卫福部他也在这个研拟如何去试办的场面，当然我们也是站在一个试办的立场上，所以你们将来怎么去整合，各自分头去进行，将来怎么去整合，看看去建立完善的一个长照制度，当然需要时间去开发，但是呢我们最主要是去建立基础能量。如果说长照 2.0 是整个政府啊统一的国家政策的话，
那是不是应该要一致性啊、哦，而不是各做各的啊？你们退伍会感觉规模比较小，然后这个啊、这个服务的对象也比较有限，所以你们就先来做，发展出一套出来，然后到时候卫福部的他自己又一套，然后再看怎么来整合，这样子会不会感觉上啊，从整个政策的设计来讲，我觉得并不是那么一致。好，因为长照到时候不是只有荣民啊，你所有的国民都需要啊，对不对？所以这整个的预算编列也好，或者业务的规划，我现在是没有看到你们任何关于这方面的业务规划，这里面没有讲啊，啊，你们的业务报告也没有讲啊，啊，我只是单从预算看出来说，哎，为什么你要增加那么多？然后你的规划在哪里？今天你并没有特别说明，啊，你刚刚讲的只是还是很笼统的一个口头报告啦。口头说明了，实际上并看不到。但是我在这边要提出来是说，长照 2.0 不应该是、啊、各自发展、啊、多头马车，那这个制度会很乱，因为这将来还有裁员的问题、啊、财政来源的问题、啊、而不是说你现在经费编下去了，然后我就先做，因为这到时候如果产生一些差别待遇、不同做法的时候，又很困扰。委员，我跟你报告，您关切的问题非常关键。那么实际上呢，这个长照是卫福部它整体规划，它是这个主要业务。那么我们是站在一个过去，我们有高龄医学以及你们有经验，我知道、哎、是、嗯。那我们去把这样的一个机制，借由我们的经验去把它建立基础。这个部分啊，我希望你们再说清楚一点啦、啊。啊，这个应该到时候如果当然主席可以的话，可以再排一个专案报告或什么。因为我觉得你们在这方面没有错，我们的这些荣总啊，还有荣家、啊，的确在长照上面是有他们的经验，但是整个政府的长照机制不应该是多头马车啦，啊、哦，也不应该说，哎，谁过去有经验，然后先来做，然后做出一套，那到时候如果卫福部的规划跟你们的又不一样，那变成是国民之间有差别待遇啦，啊、哦，我是这样子的一个关切啦，啊、哦。那另外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转投资事业对荣民荣眷的照顾的问题哦。我这边的资料告诉我啊，这些你们转投资的事业机构啊，你目前安置我们荣民荣眷的状况，看起来是很明显的啊，是读后啊将官或者这个校级以上的军官。这个比例上面不太成比例，我们给你看一下这个数字来。这个照理讲，主委你也应该要很清楚啊、哦。以今年来讲，啊、哦，以今年六月份的资料，啊、哦，我这里六月份、八月份都有了啊、哦。我们就拿六月份的比例好了。六月份当时啊，你投资的新兴客运、新兴天然气、新荣天然气、新宁天然气、新彰，这都是天然气还有客运的啊。哦，你安置的总数是448个，将官29个，占了 6.7%， 上校74个，占了 16.5%， 中少校126个，占了 28%。 换句话说，校级以上的军官被安置在 这448个人里面，占了一半以上，对不对？占了一半以上嘛， 28 刚好就过半啊、哦，卫官的占22%，101人；士官兵118，占26%。这样子的配比，还有安置的比例，诸位你觉得妥当吗？因为军中的比例不是这样子啊，军中的这个卫官、校级军官还有将官，跟士兵的比例绝对不是这种比例嘛。那为什么他们被安置到你们转投资的事业机构里面，呈现的比例却是这样极度的啊、不成比例的状态？我很简单的跟你报告，第一个就是你点出了问题的重点。实际上过去我们对于退将的安置率是比一般的校官还有一般的荣民要来得高，那么现在我们逐次在调整，现在不止将官了、啊，我说校级军官以上的、啊，我们现在正在逐次做调整、嗯，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现在的
安置率是大于我们的持股率的。当然，我们持续的从这个整个整体的转投资事业，我们如何去强化安置率？我讲的不是那个说，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些转投资事业，你没有投资那么多，当然你那个安置人数就不会那么多啊。我现在讲的是阶级的问题啦，就是说你的将官被安置的，校级军官以上被安置的，占了50%以上的比例。就是说，假设今天有400个缺，这里面有200个缺被安置的都是校级以上的军官，那那些阿兵哥士兵退伍的，他被安置的不到一半啊，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们都不想去吗？还是因为那些缺都只适合校级以上的军官，因为他薪水比较高？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这是我百思不解的地方吧。而且我觉得这 不符合你们的工作目标。哎，委员，我们让事业管理出来跟你详说好了。谢谢委员哈。其实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在安置啊，那个校级以下军官啊，当他有了终身俸啊，有了退休俸之后呢，他的流动率变得很高。那我们训练好一个干部，就以我们新兴客运跟大南客运来讲，我们培养一个完整的成熟的一个客运车的驾驶之后，当游览车业者有高薪的话，他就会流失掉。为什么？因为他不用被啊被那个。他不用被啊，你讲的是校级的还是位级的？那我再跟您报告，报告委员，我们现在你讲没有没有，处长，你讲流动率高的是士兵还是校级的还是校级以下到士官有终身俸的人员，这部分的流动率它是非常高的，因为他已经有个终身俸，所以说当外界向他招手的时候，他在不停俸的状态下，他很容易跳槽到民间的业者去。也就是说，我们培养了很多的这些技术人员，但是呢，当外面有高薪招手，他很容易就跳槽。但是受了限制，就是因为我们要停俸。那第二部分，我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努力方向是针对4到9年这一部分。那我们希望我们的转投资公司啊，包括客运公司啊，我们大批的禁用这些啊，4到9年这些人。那我们的做法就是透过两个，第一个，我们透过就学就业处这边的训练中心，我们开了很多的导管班，满足了我们瓦斯公司啊，天然气公司，它需要一些基层的工作人员。第二个，我们也配合了、那个国光客运很多合作，开了很多大客车的班。我们希望啊，从另外一个管道再去开辟一个就业管道出来。啊、这是你们有转投资的啦。是的啊，那你刚刚提到说这些，因为他有外面高薪挖角啊等等，他就走。那当然也显见啦、因为他们相对薪水比较低嘛，对不对？那你校级以上的将官级的。哇，待遇很好啊，所以当然不要走啊。外界也不会给他更高的待遇，所以这也凸显一个问题：竞争力。如果同样要挖角，你的也可以挖你的将官级的啊、校级的啊，为什么不挖他们？他没有竞争力，我为什么要挖他？如果今天那一个干经理或总经理的校级跟将级军官能力超优秀的，外界搞不好一个月100万要挖他，他会不会走？他也会走。所以其实他投入转投资事业以后，还是要维持竞争的、是不应该说，我这个位置很好，没有人挖角，所以我不动。那也不对啊。那你们是不是应该去检讨他的表现？否则这第一个，这个企业不会进步，而且他们是管理阶级，对不对？第二个，他自己本身也不会进步。第三个更糟糕的是，这个位置不会流动。当这一个位置不会流动的时候，这一家公司就是一滩死水。变成下面的基层员工一直动一直动，下面基层员工一直动啊，是不稳定的啦，是不稳定的啦。处长，你学管理的啊，你应该很清楚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看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希望你能够去着手去检讨了。第二点就是除了转投资事业之外，你们能不能去开拓一些不是你们退伍会投资的，跟你们甚至没有关系的民营机构？也能够来禁用我们的退伍的军事官兵、不要老是依赖你的转投资啦，你必须让外界非投资的看到国军的优秀，再证明你的成功啦。否则，如果我们老是依赖说这些有转投资事业机构的缺来转制、来安置这些退伍人员的时候，那这样子对于外界、对于我们退伍军事官兵的看法，我觉得。不会是加分的，应该是要造成大家来抢国军的人才了。
因为我们刚在报告里面，我们强化了这一点，就业平台，我们很快就会有成果的。好，谢谢哈。主委，你说很快哦，很快是多久？是三个月还是多久？我们要准备要看，因为马上要审你们的预算啊。好，尽快了，好吧。我先谢谢。好，谢谢江委员哈。接下来我们请王定宇王委员。好，谢谢主席，麻烦那个退付会主委，请李主委。委员长，哎，主委早哈，我要请教你一个政策的转折，因为这个转折对我们来讲有点突兀，对地方来讲有点不了解。有关我们退付会转投资的欧芯要处理的是事业废弃物哈。我要请问一下主委，欧芯我们现在到底还要不要撤资？委员好，我是事业管理处长，我跟委员报告，我们目前欧芯啊公司的撤资的进度哈。不，我现在是问你，我们还要不要撤资？要，还是要撤资？是的，决策方向不变。是的。那280公顷的土地要拿回来？280公顷是本来我们拥有的，他那个是50公顷，当初的资产作价跟他成立公司。对啊，但一旦退出这50公顷。要做南区废弃物，还有这个最终的固化处理厂的这50公顷土地，你们如果撤资，他要不要退回来？不用退回，因为他已经资产作价，等于公司的资产。所以那个已经变欧芯了，那一块已经变欧芯的了。那是公司的资产，公司处分完了多少钱，我们就要拿回来。不，你今天讲这个东西很重要哦。是，因为在吴敦义当行政院长的时候，赖清德市长提了一个事情，就说那个地方是二人溪的上游，那个地方是农委会水土保持示范区，然后呢，你们在那280公顷的土地水土保持示范区要放南区事业废弃物处理中心，所以呢，当时赖市长跟当时吴院长说，这个地方民意反弹很大，所以那时候做了一个决议，那时候的行政院并没有放弃，他是说你要去跟民意沟通，是，如果民意如果没有沟通好的话，这个案子就不进行，是，后来到民国103年的7月21号，当时的行政院做了一个核定撤资的决议，交由你们处理。是当时的退府会处理。然后呢，当时的决议是民国105年年底，就今年年底要把撤资的股票价格核定好，准备等一下售出。是。然后呢，到105年的5月3号，前任的主委董主委的时候，还再一次给我发文，文在这个地方，再确认一次这个撤资的过程。然后8月1号、8月2号分别有2件事情，我再问你。但是在这当中出现了一个新闻，在7月份的时候说退府会决定不撤资了，重新评估这块地的使用。7月份那个新闻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没有决定不撤资，我们只是那时候我们内部研讨过，因为我们基于整个国家啊，那个废弃物处理的整体考量，我们有去内部研议。这块我不否认，确实事业废弃物现在量多到无法处理。是的，但该不该放在水土保持区、水源区？哎，那地方还是水源的禁建区，那是另外一个议题。我现在是问你，7月份，大概7月20号左右，你们会为什么要释放出一个消息，就是退府会决定不从欧芯撤资了，你们本来那个占40%的股份，然后因为他们增资，你没有跟着增资，你们现在只剩下24.82%，所以7月份这个决议还是这个新闻到底怎么出来的？我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因为没有参加增资，我们现在的持股是29.41%哈。那现在整个的程序进行到什么？我跟委员做个简单的报告。第一个，我们已经完成固定资产建价，现在我们正在委托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做签证。等签证结束之后，7月份决定不撤资这个事情，没有，我们没有，从来没有决定不撤资。好，你今天在这边公开询答，我就接受你，因为媒体报道，我总要给你查证。是。那8月1号，经济部在那边办了。对，应该是环保署在那边办了一个会议。那8月1号这个会议里面呢，会议的资料在这里，说里面41.2公顷还是要当掩埋场，一天要处理700公吨，固化稳定场就是最后固化成一个类似煤渣、炉渣这种状态的，每天要固化30吨，
也就是730吨的事业废弃物要在那边做处理。这是8月1号经济部所说的，他说的大概就是你们转成资产的那50公顷土地的运用。所以在农委会的牛埔龙塘里面，有50公顷，好，有50公顷是你们作价转给了一个，转给了欧新。作价成立的一家，我知道你们当时成立做给他了，就算你撤资了，他还是在里面。然后呢，你们自己的说明就是剩下的230公顷改划成特地目的事业工业区，哦，特地目的事业工业区，然后要跟台南市政府合作做观光休闲之用。李文忠副主委那时候还提一个方向说，哎，我们长照也可以来安排这一块。所以我要请教 李主委或者是这个杨处长这边哈，我在这个地方养老做长照，做老人中心，做观光休闲，然后同一块地在那边做固化，做事业废弃物的掩埋场，站在剩余的这230公顷的地主就是你们嘛哈，到底合不合宜啊？你们养老村旁边放粪色丢？鲍委员，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内部研议的各种方案哈，我们并没有决定要采用哪个方案，我们只有个目的，就是让土地活用啊最大化。那你们手上那230公顷到底要做什么用？280公顷，你们不是50公顷，你没有，我们总共应该三百。哦，所以你们手上还是280。是的。那你们那280公顷到底要做什么？我们现在啊，目前是委托，因为龙旗工厂它已经清理结束了，所以我们现在委托彰化工厂代管。那至于未来这块土地要怎么利用，我们就跟委员报告，我们副主委带了我 们都去现地会谈。你们有方向吗？我们是要寻求各种可能性，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土地利用最大化。不，土地利用最大化要看那个区块是什么区块。是。所以你们现在发展方向到底是不是发展观光休闲、养老长照这两个方向为主，还是连这两个方向都没有？不是没有，我们正在寻求各种可能方案的评估。所以你们现在还没有评估结束，是因为这个东西还牵涉到台南市政府，所以我们也要跟他一起来共同研讨这个事情。所以我再跟你确认一件事情，退辅会在今年底会完成股价的评估，然后完全的从欧新撤资。我们今年的话会完成整个股价的审议之后，我们会整个哈，如果经过那个评价委员会啊、审议委员通过这一个月内，我们就在公开市场上标售。所以。也就是年底过后的一个月，你们因为年我可以算到年底嘛哈，是过后一个，也就是明年的一月底以前，合理我们就在公开市场。我们退辅会把欧新所有的股票都释出。是，我们在公开市场买卖。是，所以这个是你这边公开承诺，我们就退出。这是我们现在的方向。第二个，如果你们剩下280公顷是你们的资产，是要做休闲、做观光、做养老、做长照，如果是这个方向的话，退辅会对隔壁。要放每一天几百公吨的掩埋场，你们应该要有意见跟态度啊！是，而且诡异的是，那50公顷的土地本来还是你们的，你没有态度，因为你没有态度的话，那一块埋下去，你旁边280公顷等于不好奇啊，你知道吗？你们跟委员报告，如果说我们顺利从欧新环保撤资，不管我们280公顷未来的土地是怎么样寻求利用，我们一定会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考量这个事情。国家利益有很多面向。那个只是一个形容词，国家利益，我看垃圾掩埋也符合国家利益耶。我现在讲的是地点，当隔壁是养老村、银发村、长照中心，然后这边隔壁50公顷就是垃圾掩埋场，你把那些老人当什么，你知道吗？委员，谢谢您的提醒哦，这点我们将来一定会啊纳入审慎的评估。谢谢委员的提醒。不，李主委，这个你们要有态度。是、哦，如果你们试股出来之后，你们对事情要有个态度，但是是这是一个价值的判断。是的，谢谢委员。接下来我要请教诸位哈，我们看这个图表哈，这个是你们报给我们的哈。我们转投资很多事业，我特别列了这一页，是我们转投资各天然气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薪资概况表。我要对李诸位夸奖两件事情，第一个，这个薪资开始让我们可以透明化了，以往要看这个很困难了、啊。第二个。你对这些人才的禁用，你有新的一个遴选办法。这两点，本会我看很多届都建议，但在你的手上开始推动，我肯定你以外。那我们之前呢，转任事业单位的，他的18%还优存继续领，这个事情也做了一个解决了。我现在在提新的一个东西哈。以往我们希望薪资透明，以往我们希望我从军转其他的公职转投资事业的人，你就不能双享。你不能这边的退
退休俸也领，18%也领，然后这边的薪资30几万也领，奖金也领。那所以那时候你们说18%法律依据没有，那我看你现在那个优存的部分做处理了。我现在接下来告诉你，叫做薪资跟我们讲公司的绩效 performance 要搭配。我们现在看这几个天然气公司哈，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董事长的薪资哈，跟总经理的薪资落点大概年薪都在200-300万中间，差别不大。我算过最高薪跟最低薪哦，差异大概是1点多倍而已。好，所以薪资都差不多在这个阶段。可如果你去看他所经营的事业，新隆、新湖、新桃、新林、新家、新平、新兴，一直到新云，你仔细看哈，从新隆天然气公司，他的当年的盈余是2900多万，他的董事长的薪水也是200-300万，总经理也差不多。但是呢，如果看到那个最多的哈，是像新桃2亿6800多万的盈余，或者是像新中哈，新中天然气公司3亿5000多万的盈余，他的薪水也是一样。所以说我讲这边，你应该懂我讲的意思，就是我们派去转任的人，如果照退辅会长期告诉我们，这些人是有经营能力的，这些人过去军中的资历转来领导这个是可以，是适当的，我接受。那你的管理、你的领导就要呈现在绩效上面，而绩效要反映在薪资跟奖金上面，这是一个基本民营公司管理的一个基本概念。所以当你们派出去的人呈现的损益的，也就是公司营运的绩效从2900万到3亿，结果年薪大家领的差不多一样多的时候，你得证明一件事情，这叫酬庸啊，这不叫管理效率。朱委员怎么看这个表？非常谢谢委员这样说哈。我们实际上刚才在报告里面有特别谈到，我们现在正在规划，而且尽快会付诸实现的，那就是绩效考核表。这个绩效考核表，我们强调的就是它的营运。你如何去兼顾在你公司的营运？你公司的营运跟你未来的薪资结构，我们是希望是画上等号。所以薪资结构要跟营运的绩效，但这里面有事业体的规模大小，我知道。对，好，我这是我跟委员报告的参考的例子。因为薪资结构要看这个民营化的公司，当然我们站在辅导会立场上，我们提供绩效考核的建议。那么民营公司你如何来采纳？好，诸位，你这个薪资要搭配营运的绩效的薪资结构的调整，什么时候要完成？这个是我要把这个冰河表，我们希望很完整的、很完善的，我把它推出。你完整完善。然后我们跟这个民营化的这个公司呢，我们要做磋商。对对，大概多久？这段我们总要花一段时间嘛。那希望我愿意站在一个我能改革，不，我能够去。你有改的，我刚刚讲，我鼓励，因为很多事情讲了很多届的，不是很多年而已。所以包含了双响的问题，你们做了调整；包含薪资结构透明化，你也做了调整。这一点本席在这边给你肯定。那我们现在更进一步，国家的事业单位要有绩效的概念，特别退辅会以前这一块是没有的。所以如果说薪资跟所谓的营运绩效的结构，你们再搭配它的里面的经营的特殊状况啦，或者市场大小，做出他的薪资的结构配合他的营运绩效的话，你总是一个时间告诉我们，比方说今年底或者明年中，我在哪个会期可以看到这个调整？我们从专业管理上，我们请事业管理就给你报告。谢谢委员的这个建议哈，这个建议其实我们有审慎考虑过。那我们现在大概两部分的做法，第一部分是我们刚才主委跟您报告过了，我们现在已经修订，每年都会针对我们所有高阶经理人做绩效评核，绩效没有达到我们的标准，我们就解任他。第二个部分就是由您刚才提到，你今年就开始有这个了吗？明年开始要执行。那你们那个标准给我们本会一份。可以，我们整个正式修订文，我会呈给委员。绩效不好就解任。是。绩效不好，没有，你要多几种工具了。这我是私底下给你建议啊。是，如果你绩效不好，马上就解任的话，那你那个标准要定得很清楚哦。是，我们会很审慎来做这个标准表。第二个部分呢，这个刚才您提到薪资部分，其实薪资部分不是我们会里面能够决定，而是必须经过董事会，因为我们这里面呢，平均持股它有34%，但是所有的薪资，董事长该领多少钱，总经理该领多少钱，经理该领多少钱，它是需要经过董事会。杨处长，
正常公司的董事会，没有人会反对董事长、总经理跟公司绩效绑在一起看行政。哦，不会，董事跟监察人一定会反对。对，如果反对的话，那个董事会不叫经营事业的董事会，叫同乐会。那个同学会委员，我跟你报告哈，因为有名股参与其中经营，所以说啊，公司薪资的大小，里面有一些结构不是正常结构嘛。我相信不管主委或者副主委很了解这个状况嘛。正常公司的结构，董事会一定快看我请这个董事长、总经理，绩效好加薪 ，bonus 多一点；绩效不好减薪，对，甚至解职。报告委员，我们完全同意。你说你要做这个，董事会会反对，那个董事会再怎么反对，你还是有几席。委员，我跟您报告，我们也会参酌其他部会哈，到底对董事长跟总经理如何执行，我们会做一个妥善的意义，我们会做个研，我深入的研究。尽快看到你们这个调整这个结构，而且我们会比照财政部、经济部、交通部各部会转投资事业，我们会做参考。Okay. 好，另外你们如果龙工处要打棒球的话，哈，跟本会多讨论一下。好，好，谢谢。好，我是刘委员。谢谢。请刘世芳刘委员。谢谢。谢谢主席，我可不可以请主委哈，主委您来先帮我回应上半节我要询问有关年金改革的部分，然后再来有关退伍会配合长照的话，我想要询问李副主委哈。我看李副主委那个太闲了，所以想问他。主委，我想跟您加油打气一下哈。就退伍会呢，在我们新政府上台之后啊，有很多需要改革的事项呢，其实都慢慢在上轨道哈。我想您也听到很多基层的这些声音了哈，也听到很多民意上面对你的反应哈，所以继续加油。但是我要问你一句话哈，因为你是军人哈，革命跟改革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困难？革命跟改革，你是革命军人嘛，对不对？你在念军校的时候唱的歌都是革命军人啊。那现在你到退伍会来，你要处理有关年金改革的部分，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难？我们要谈感情的话，都是国家感情，没有私人感情，没有私人感情。所以说呢，为了国家改革，那我们是势在必行。这样子哦，所以你无论你会提着这个钢盔上战场，好、哦，那我就要问一下有关退伍会在处理有关年金改革的部分哈、哦。那今年9月2日，那个蔡总统在军人节的这个表扬活动里面，他有特别提到哈、哦，军人因为有役期短、除役早、离退率高的特殊性，所以呢，要把它从这个年金改革里面跟公教要分离出来。我相信退伍会在多次的会议里面呢，应该有表达内部的会议表达这样的立场哈、哦，所以我想退伍会跟国防部大概功劳不小。那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那个服役最大的年限或年龄，你可以看到士官有50岁就退下来，好，然后很多人大概就是还都是可以在外面继续去寻找他的第二春，所以呢我们都了解，其实呢有这样的特性的话呢，军人单独处理的4个原则啊，您要不要再重复讲一次年金改革的部分为什么？跟委员报告，所谓4个原则啊，是年金改革历次委员会里面探讨的问题。那当然我们把各地农民代表他提出来的意见，我们汇整出来给年金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年金改革委员会也在副总统主持之下，大家都探讨这些相关的问题。这4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军人是特殊职业，是应该是切割处理。第二个是应该要有这个地板的原则第三个就是说要去修正制度，这个制度呢是过去服役期限短，那么是不是可以延长增加他的专业，同时减少年金的支出。第四个就是募兵制度呢，他这个4到9年过去是由退伍基金来支付，那么现在改由公务预算来支付，那这样的话可以增加年金的弹性。所以年金改革委员会很多人并不是铁板一块哈，有听到退伍会真的是从很多基层的退伍官兵里面呢得到的一个声音啊，所以愿意从这4个原则上面来从善如流哈。那但是呢，无论怎么样，9月3号，你的很多同袍还是上街了啦，好，你的很多同袍还是上街了哈，你的同袍上街，而且还是领导者，好，譬如说你的同期的胡竹生，好，还有吴思怀，好，请问一下，他们在上街之前，你有没有奉命要去跟他们沟通？胡竹生是我的学长，吴思怀是我的同学，吴其良也是我的学长。吴其良，当然，这就是、你有跟他们三位沟通吗？我们在
整个退伍会的业务上啊，我们有跟相关的这个退伍军人社团，没有没有，我现在只问，因为他们三个人，对他们三个人是主要上街的这个主导者了哈。是的。然后呢，胡竹生又在报纸上讲说，有超过30个退伍将领上街了哈。那你有没有跟这三位沟通过？不管是单独沟通，或是个别沟通，或是怎样，有没有沟通过？我们在九三，我们在8月26号的时候啊，我们去特别去拜了陆军官校这个校友会。那在陆军官校友会里面，我见了胡竹生。还有吴淑怀，那当然我们把整个国家处理年金的政策跟我们退伍会，我们在这个退伍制度上我如何建立，我都跟他们跟做了详细的说明。那他们为什么仍然选择上街头？听说还是跟你有那个口角是吗？你们有吵架吗？这一部分还是都很平和，这一部分有唇枪舌战啊，真的不是拿着刀枪两个互相在那互砍。当然各有自己的立场，我们必须完整的表达。他们的立场有没有动摇？完全没有动摇。我在沟通上，我看不出来有任何我们不同的角色。他们在沟通上有任何不同的角色？你转了三个弯呢？在沟通上有任何不同的，所以是什么意思？你讲你的，他讲他的，是这样子？应该是各说各话，互相各说各话，没有办法说服对方嘛，哈。是。这就是我问你，革命跟改革不同的地方。改革的话，你要说服别人，你要跟人家沟通。包括你知道他是铁板一块，你现在有三块铁板挡在前面，你还是要踢踢看、哦、那所以你刚刚提的这个四个原则里面，如果年金改革委员会愿意从善如流听李主委的建议的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哦、我现在只问一个数据，第一个，现在领军人退伍基金的人员总共有多少人？目前我们统计的大概是12万人左右。12万人左右，而且每一年增加是多少人？每一年增加，譬如说你们上次退下来，现在要领的大概是5000多，是吧？大概不超过8000，不超过8000，5000到8000了哈。那这样军人退伍基金照你们这样子的结果下去，什么时候会破产？什么时候就没办法用了？需要用到别人的钱？从公开数字来看，109年，109年，现在是105年的年底了，哈，所以在3年就破产，所以跟你。有口角之争的这些学长或是同学，他们到109年以后，理论上就领不到了呢。所以如果没有办法放下当将军的身段来看待年金改革的话，这条路我看李主委是走不下去了哈。我不是说你了，我说这些退将，所以我只要问你一个方向，你有提到地板原则，请你告诉我在年金改革里面跟退伍的这个军官将官官兵有关的。地板原则你要怎么制定方向就可以了，你不要告诉我额度，额度出来的话明天又到处谣言满天飞，你告诉我你怎么处理。其实基本上我们了解了整个我们所掌握的这12万领月退俸的人啊，当然不同的层面，你说从3万块钱、5万块钱、7万块钱到10万块钱，我们不同的层次都有不同的数据。那基本上我们要让他这个基本生活是无余的，那么没有这个其他后果。那我再问一下，基本生活无余，你晓不晓我们的社会局的单位有定所谓的这个中低收入户的这个基本的生活标准？好，譬如说台北市是27000哈，但是可能台中、台南、高雄大概就是25000左右。那现在我们有定这个劳工的基本工资，所以你的地板原则是不是差不多也是在这个以上？其实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它只是一个标准的这个认定制定哈、是。所以我想你们一定还会有很多其他的专家学者可以协助哈，差不多在一个基本生活标准。我们现在讲的当然不是指将军，我们讲的可能是指这个军这个兵为原则哈，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把地板原则定出来？我现在知道行政院的立场，说他想要先从这个所谓的党职并公职已经要处理掉，好、哦，要把这个所谓的天花板太高的要把它往下拉。那地板原则定在哪里？如果你的军人的年金改革你要单独处理的话，恐怕退伍会也要跟国防部协调一下，我们的地板原则定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子的原则可以处理哈、哦？那这个部分，主委您做得到吗？我们从这个会诊退伍军人所有的意见，我们提供给国防部做参考，因为毕竟呢，这个版本哈、是由国防部从整体这个军事角度上来看问题。不过您刚才提到一个这个重点，是说你提这三位，其实我跟这三位这个谈的时候，倒有一个共识，他们不是反对改革，但是呢，希望合理的改革。
合理也要合法了，好，对不对？现在很多人会觉得说，如果你去沟通的话，就说你是站在这个绿营里面当打手了。我想这样很难听了哈，因为改革就是你可能要蒙受很多不同的污泥啦等等这些。但是我们仍然哈，为国家的发展其实是非常重要哈。所以地板原则，你什么时候以你的想法可以定的出来？如果半年、一年，你晓不晓？现在我们的府里头或行政院的年金改革委员会已经要定这个原则，原则上大概不会出明年春天了。是，所以你有没有可能今年年底，或者是说什么时候可以有一个方向出来？您讲的这个期限应该是差不多三个月。是，试试看好吗？对，好，因为我知道你们在巡回全台湾呐、各地的荣民之家或者荣民朋友，在处理这个有关年金的部分，也收集了很多意见哈。慢慢这些意见的合理化的方向就会出来，而不是说大家就未来吵来吵去，或者政党之间的分歧，或者以蓝绿为主，我想这样都不对的。是，好，所以我要求你今年年底之前，请你帮忙或是协调国防部，可以把我们年金改革里面的地板原则定出来，好吗？这个我们会同国防部，我们共同来探讨。好，那我们一起来努力，好不好？好，是。那因为主委有这样子的决心啊，我们还是一样哈，请这个主委多多加油，因为我们不希望看到军人退伍基金破产，这样反而会把你原来希望说国家的动力啊，还有我们优秀的人来从军这块部分呢，把它打乱掉，好吗？好，谢谢。好，谢谢。那我再剩下两分钟的时间，我就请主委休息，请李副主委好吗？李副主委想请教一下哈，长照 2.0 了，现在是我们卫福部大力在推动的方向，好，那也可不可以请教一下说，现在我们的退辅会在协助那个卫福部处理长照 2.0 的时候，你们的切入点在哪里？政策不用讲了啦，反正就是协调，这个没有，现在怎么样执行是重点。因为我们现在的新政府上任之后，常常很多人会觉得说都讲得很多啦，都很不错，但是都从教科书里面那个 copy 出来的，那怎么做，怎么样可以贴近地气，好，会比较重要，想问一下李副主委。是，这个我们还是要配合这个卫福部啦，那主要是我们退伍会在高龄医协，那么在那个三级照护，然后在这个老人的整合的照护上面，我们很多经验可以提供给卫福部做参考，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有一些资源，比如说我们的彰化农场跟我们的这个台中农场，我们已经盘点我们所有的土地，那我们目前有十块地，大概是有80几公顷，我们希望可以提供给政府，就这个都是可以作为长照或者养生村的使用。是，那我们已经都盘点出来了。那这里面有两个我们不含在里面，就第一个在刚王定宇委员选区的，我刚提到那280公顷里面有28公顷是可以做长照的使用，但是因为它有一个欧心在那边，所以那个28不含在我刚刚讲的80几公顷。另外在寿丰乡，我们原来有一个荣家在那边，叫做自血分布，那大概是9公顷，它是现有的，但现在是完全没有的。那个其实是个非常的好的养生村。简单的讲，就是说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土地盘点起来，那只要政府有需要，那么我们就可以做长照的使用。好，那个副主委，依照你们所提供的部分呢，我觉得有一点要提醒你们注意一下。第一个，你们不要重就医轻养护了哈，因为在退辅会，当然你们很多荣民医院或荣总很不错，所以你们的就医的不错，但是养护的部分呢，其实比较少哈。所以养护的动能跟能量，或者是养护需要的专业人才等等这一些啊，包括护理人才啊，恐怕也需要退辅会这边多琢磨一下，好吗？好，那我想可能继续加油了哈。好，谢谢你，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罗志镇的委员。主席，可能麻烦请主委。嗨，对不起，主委，请上备询台。委员好。主委早哈。从第一位质询到现在为止，几乎每一位委员都给你肯定哈。也表示就是过去这段时间以来，你不只是有心要推动改革，而且的确实际上有一些改革的成果已经慢慢看出来。是，所以本席也给你这样的肯定哈。但是改革路还很漫长，很多地方还可以值得再努力的地方哈。所以今天有几个部分想跟主委一起来讨论就教一下，那也定出几个改革的方向哈。先看一下谈年金改革的部分。
所以刚才提到，就是说现在领月退俸总共有十二万人左右，对不对？就我们所掌握的资讯里面，十二万里面啊，在每个月月退俸加上优存的利息就18%，低于三万，加起来之后低于三万的校官大概有2000多人，卫官5000多人，士官有18000多人，总共27000多人。事实上，他领的是在3万块以下，占全部十二万里面加在22.5%。对不对？是，这数字没有错吧？是，表示说并不是所有加上退休俸加上18%的，它都是所谓的肥猫啊。对，那可以请问一下哈，我们的地板是不是要定？就是万一要改革、要推动改革的时候，是不是要定一个合理的地板，让我们这些所谓比较相对弱势的这些领退休俸加18%，就算有18%，他的基本的照顾还是应该得到保障，是，对不对？是。请告诉我，两万以下有多少？有没有这个数字？两万以下，我们从3万以下我们大概是21900多人。21000多。是。那两万以下还有没有这种人？也有。我们到各地去做农民代表这个恳谈会的时候，大概领到15000到18000的人也是有吧？也有。其实跟劳工差不多了嘛，是是，对不对？所以我建议退服会就是说要把所有的相关数字好好做准备，是，不要让人家觉得说整个夯不隆咚，所有军人退伍之后都是所谓的领这个7万8万甚至10万以上的。因此呢，我们来看为什么校官跟卫官有些加上18%之后，他的领的事实上是3万块以下。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他们过去很久以前退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要保障的话，理论上来讲，这种一次退的这些人。尤其最早期一次退的这些人，第二个资深的，就很早退的这些人，第三个基层农民，我认为在年金改革里面应该要特别关注。诸位这样同意吧？是，身为年金改革委员会的这个一个成员，当然我们支持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希望在持续的委员会里面，我们这个去做。但是我要特别提醒诸位，就是说，当我们在面对年金改革，所有的团体在讲话的时候，退伍会不要给人家一个印象，就是说我们反对所有的改革。这个印象是绝对不能存在的。我们愿意在做部分的改革，但是改革能够符合我们实际上的需要，尤其是我们退伍会最重要一个影响，就是影响到未来在募兵方面可能的成效，对不对？跟委员报告，我们从头到尾退伍会在年金改革委员会里面，我们扮演的都是如何去中纳所有农民的意见，我们去做完整的这个陈述。主委这边，你们内部要开始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地板的观念，到底我们这个地板要定多少？退伍会最后一定会逼出一个基本的态度出来，是这一部分，请退伍要先做准备一下。是，但除了地板之外，就天花板的概念，我想请问一下哈，那个现在退休俸加上18%优惠存款，每个月超过10万的大概有多少人？我们的估量不超过2000人，有2000人嘛？如果2000人的话，加上一个月10万的话，就是2亿哦，2亿哦。一年就24亿哦，很恐怖哎！10万块的退休金，加上这个18%的优惠存款，一个月就2亿，一年就24亿，没错吧？这个数字推论的没错吧？按照估量来看是这样，没有错哦。是，所以这2000人就一年就拿掉政府24亿。好，5万大概到10万之间大概多少？大概有4万人。4万人嘛。是。所以如果4万人每个人大概5万就好了啦，一个月将20几亿哦，一年就200多亿哦，但这不是包括不是只有十八趴啦，所以你看看那个吃掉整个政府的退休金那个数量是很恐怖的。那当然今天不用告诉我天花板要多高啦，但至少要有心理准备，当我们在具体讨论年金改革的时候，退伍会的立场对于那个天花板到底超过多少够了，政府给你的照顾应该够了，那个天花板的概念请主委心里要有个数，甚至未来我们具体讨论的时候，主委这个数目迟早要告诉我们。主委这样可以吗？我们会配合国防部，我们去共同的来探讨。你们共同研拟一下，是，好吧？是。年金改革除了所谓的一次领多少钱加18%之外，还有很多地方，包括我们现在讲的半年发放一次的部分。根据陆海空军军事官的这个服役条例里面，服役现役20年以上，依现役的年资。按月给予退休俸，按月没错吧？是，这是母法哦。可根据你们的所谓的退出给予的发放作业规定，是半年发放一次哦。
而且是预先发放半年哦。主委，你同不同意这样的改革？就真正召回到母法的精神，每个月照月发。月退俸从开始半年发放，是从民国六十二年就开始了。当然，这有它的时代背景。因为那时候是要有几顶嘛。我们这个顾名思义，从月退俸的这个精神来看，每个月这个发放其实是合理的。合理的嘛。是。因为过去那个时代啊，没有所谓提款卡，没有这个所谓的电子支付，所以每个月要去邮局领是很辛苦的，很多农民很辛苦。但现在不仅一样了嘛，到提款卡到 7 就可以提领了。所以照理讲，月退要回到月退精神，就是按月发。主委同意吧？是，同意哦。因为你知道，军工教合在一起，光是月退从半年领预领，退到一个月领的话，一年省多少？省10亿的利息。所以主委是同意这个改革的哦。这个。院长在党政咨询里面已经做了非常明确的表示了，所以退会没有意见哦，是支持的哦，谢谢。好，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可以看起来是技术改革，可对一个国家财政困难，这个所谓开源节流很重要的。根据现在的相关规定啊，老农津贴、国民年金事实上都是每个月领，而且至少一个条件，消极条件，过去三年每年至少居住台湾183天，就是半年以上。但是军公教很松。除了每半年领之外，只要不是到中国长期定居的，基本上半年领完之后，他住在国外就没人管了。这个合不合理，诸位？这部分我们会去深入的去探讨实况，然后我们去从制度上来检讨。我们认为啦，是基本上应该比照所有请领年金的方式了。他应该实际上在台湾居住，为什么？其中除了说合理之外、公平之外，他留在台湾钱会花在台湾，对台湾的永续是有帮助的。否则钱永远没办法生钱出来啊，对不对，诸位？所以方向上，我认为诸位应该支持这样一个做法，至少跟其他的行业同样的一个条件跟标准，好不好？半俸的制度，现在啊，公教的部分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啊，要满55岁以上，他的配偶要满55岁以上，事实上才能够领半俸。但军人的部分基本上没有这个条件，未成年子女、配偶、父母亲。都可以领半俸，即使他的配偶可能是30岁、40岁。我们如果调成跟公务人员、跟教育人员一样，定成55岁以上才能够领配偶了哈，才能够领半俸。主委同意这样的做法吗？这个我跟委员稍微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因为毕竟军人的这个退休年龄是比较早的，我同意啊。军人的职业也是比较特殊的。那实况上来讲呢，现在目前一眷领半俸的。我们统计的大概有81000。对，那所以我要问了，数字上来看，这个领半俸里面有多少是50岁以下的？那实际上55岁以上大概78000，所以还有10000多是50岁，55岁以下的，大概3000多人。所以实际上没有太大困难啊，是90%、80%都是已经55岁以上啊。不过我们还是保障这个职业哈，它在它在这个行业里面，它非常特殊的这一个角度。这一部分我们可以再讨论了哈。是，但是我认为军人他有特殊性没有错，但是事实上为了避免。整个国家在改革过程当中过度的照顾的那些人，某些人，我觉得是看做必要的改革是存在那个必要性的哈。接下来我们讲转投资事业哈，剩下一点时间哈。主委，我们当然对你很多的肯定，对目前的所谓转投资事业里面的管理阶层，我们做了一些改革。在旧的做法里面，就你的之前所有的主委里面，几乎所有的经理级以上人才都是将官，对不对？你上台做了哪些改革？你可以告诉我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在最近这3个月，我们调整了12个这个高阶经理人。这12个高阶经理里面有4个是退将，那4个是校官，4个是民间人士。过去有没有这种校官当董事长的？没有，没有嘛。没有，在你任内第一次出现校官当董事长，对不对？是。而且第一次出现4个是来自于民间的人才，对不对？是。那本席要给你非常的肯定，这是改革的第一步，看起来很小步。甚至把我们自己的既得利益都切断了，因为过去很多都是我们退辅会的这个处长退休之后去当董事长的很多，可是你们自我限缩，而且从外面争取人才，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的绩效表现出来，能够照顾更多的农民，所以有这样的期待吧？是，所以本席给你非常大的肯定，踩出非常重要的一步，至少目前看得出来，你改革那十二个里面有1/3是民间人士，1/3是校官。1/3才将官，不要只照顾那个将官了哈。对啊，主委你是将官嘛哈，上将嘛，你没有领18%吧？没有，没有领18%哈，
本席给你肯定一下哈。接下来，退辅会不断告诉我们，我们这那么多的转投资事业单位里面，没有一个持股超过50%，对不对？主委，这是事实吗？是。再讲一遍，我们退辅会持股没有超过50%，没有一个，这是事实吗？报委员，这点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应该是说我们哈、直接持股嘛？对，直接持股没有超过百分之。你看吧，魔鬼藏在细节里。直接持股不超过50%，但是我告诉你一个，随便举个例子，新兴客运退伍会直接持股是49.07%，你告诉我没有一半，哇，不用到立法院来备询。可是荣桥是不是你的？处长，荣桥是不是你的？荣桥是我们转投资，你转投资再转投资嘛？是，荣桥是你的没错吧？是，荣桥投资占4.9%，退伍会49点多，荣桥4.9%，两个加在一起53.97%，有没有过半？退伍会有没有过半？如果说要以原始投资人来看是没有过半。如果是以交叉持股，所以你给我搞这种原始投资人，你左手换右手，右手再下去不断投资之后，事实上都过半了。不是，如果是交叉持股啊，按股权来算的话，目前来看是它是过半。所以交叉持股嘛，事实上我就要查这个东西，到底我们退伍会里面所有的转投资事业单位里面交叉持股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我自己随便查一下，就发现有至少2-3家都是超过50%啊。诸位处长，实际上我们都过半的，这些人不用到立法院来吗？接受我们的监督吗？要的，希望退辅会提供这个资料到我办公室还有其他委员、国安外交委员的委员，到底我们实际上掌控，我讲实际掌控哦，不是讲直接掌控哦，实际掌控到底有多少？尤其是超过50%的单位，这个资料可以提供给我们吧？可以，可以哈。好，谢谢诸位。好，谢谢。好，谢谢委员。好，接下来我们请林昌佐林委员。好，我们请诸位。诸位请就备询台。委员好，诸位你好。我想，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关于12位高阶经理人的这一个遴选，里面有1/3是民间人士。那因为看起来还蛮刚好的，就是1/3降级、1/3校级、1/3民间人士。所以我在想说，这个当然这算是破天荒的一个改革啦，也蛮符合民间还有社会大众的期待。但是是不是？因为太刚好都1/3，所以我想请问你们可以把整个这个遴选过程再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还是说它算是一种平衡各界的这个力量的结果？这个有时间差，当然我们也不是刻意的按照这样的一个比例，我们来这个安插，我们是以专才任用。那么实际上的这个详细的过程，我们请处长来回应。好。谢谢委员哈。其实就诚如我们主委说的，这其实不是同一天就任，而是依照董事会的派免之后，它有一个时间差。但是我们这次透过我们董监管理要点的改革之后呢，我们对外寻才，我们会依照公司的特性以及他所需要的一些专业人才来考量。譬如说新兴大众百货公司这杨桥柏杨总经理，我们就是从业界找人。譬如说我们现在国华兴业公司要转型了，那怎么转型？就有我们从国防部转来的这些将官，他可能领导管理智能很好，但是对业界的这种 sense 啊掌握可能不够，所以我们也从业界找人。我们就基于公司特性跟未来转型方向，我们才寻求到底是要从国防部转任来，还是要从民间专业人士来找人。我们是基于公司长远啊跟利益的考量来做这个事情。我想这一点的话，我相信社会大众都有蛮深的期待啦。那有一开始就可以有这样的改革，我想大家都是可以肯定的。那只是长期来讲，我还是要再一次强调，因为我看这个12个人的这个经历里面，还是有一些，我就不要直接点名是谁，但是看起来某种程度会让人家还是担心，因为我在过去几次的质询也有再次的强调，毕竟在这一般的商业市场上面，跟去经营一个完全独占的一个军队是不一样的概念，所以怎么样去补充所有的我们现在12位派任的这一些人他的完整的这个专业经历，我想是接着还应该是要继续努力的方向。那我倒是想要再提醒一下，就在像这一些的资讯的揭露，
我会期待它可以直接在官方网站上面就可以出现，因为我相信很多的讨论现在社会大众期待的这个公开透明啊，也不是只有在委员会可以讨论，那我们会拿到资料，但是第一时间关心这些事情的还有包括我其实强调好几次，我希望说有劳工代表在董事会里面的这些事情，既然现在还没有，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很公开很透明，包括为什么会是派他们，包括他们的这个 背景等等的，应该都要连他们的劳工还有社会大众在第一时间跟我们立法委员都在同样的时间就可以看到，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所以是不是可以请主委在这边承诺这些资料可以尽快的在这个退辅会的官方网站，还有未来我们在遴选新的的时候也是用这样公开透明的方法。委员，我们接受您的意见。那实际上我们在我们的官方网站呢、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正在大幅度在做修正，我们在报告里面也特别谈到，我们预计在11月1号的时候啊，我们这样的一个资讯是完全透明公开的，而且我们是互动交流的。好，那另外我特别要强调，我们除了说扩大征才人选之外呢，我们最主要的是还要去强调，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市场。当然，我们从领导管理的这个角度上看，如何去强化我们的企业经营，所以我们并没有否定退将。那如果说他有他的专业专才，而且根据过去的经验来看，退将也有实际上营运成效非常好的，所以我们不否定这一面，是我们当然是全面来考量。我相信我们也不会去期待说结果最后是完全没有这个优秀的这个退将去管理啦，那只是说能够公开让大家检视。那包括其实我们常常收到的这个陈情是来自于劳方的这个相关的资料，他们的期待，那这些东西能够被大家检视被大家讨论，而不只是被立法院包括他们自己的员工包括社会大众，我想如果11月1号可以是这样子有互动性的一个官方网站，即时性的，我相信也会是很多包括所有这些公司里面我们的这些退伍军人他们的期待。那再来我想因为我有看到12位里面8位的这个退伍将校都是自愿不领 18% 的优存，那主委也知道过去有很多还在继续领的，他等于是同时领薪水，他同时这个 18% 的这个优存也都还是继续。对于仍然在领的跟现在这12位里面的这8位他们自愿不领的，有没有什么方法来做道德劝说对过去的继续还在领的？特别跟委员报告哈，当然这个在改革的过程中哈，他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现象，那么但是呢我们基本上我们不溯及以往，不涉及，但是道德劝说总是可以嘛。当然大家最后一起都是在退辅会里面，在转投资公司里面服务，有一些人他因为现在改革的路上继续往前进，他愿意说不领，其他过去在领的，其实我们告诉他说你来参与改革其实是好的事啊，不要让他变成我们在退辅会的转投资里面也有互相不合跟对立的这一种状况不太好，所以我说的道德劝说我相信是正面的，倒不是要去批评他们要去什么，而是告诉他们说你看我们这八位因为这样子受到大家的肯定，社会大众给大家 这些人这个支持，所以期待这些其他的这一些过去还在领的人可以加入啦，我觉得可以做这样的方向，我接受你这个意见，我们会去努力。对，我相信可以，他们应该也感受得到这八个人是会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那再来就是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在这个年金改革的这个议题，我相信前面几位委员其实也已经都谈了很多，那我有看到这一届为了年金改革，其实我相信主委自己也承担了很多的压力，那在这个报告里面有提到说退辅会现在工作包括要收集大家的意见，让现在年金改革委员会知道大家的意见，可我想这样子还是有一点消极啦。 我举几个很容易就是可以在最近的这几个礼拜以来看到的一些例子，那我想请问主委是否认同这种我们的这个退休的这个军人跟将领他们这样子的发言，例如说这个有这一位是退伍军人协会副理事长吴副理事长，他说因为退休军公教人员终身奉献中华民国，现在这个新政府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所以要先消灭他们，这个你认同吗？当然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言论的自由，但是你个人听了这个，你觉得这个是现在您在推动这个改革的初衷吗？但是实际上从制度的改革上并没有朝这个方向 在做。是，那我在还有这个直接他们在到处流传的是说这个年金改革会使 75% 的军人领不到月退俸，
这么简单的这样去描，这是对的吗？我有跟你报告这个全办的实况，我用很简单的话来讲，是我们从6月8号开始，我们一直到7月30号，我们做了第一阶段的荣民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里面花样这个稀奇古怪一大堆，那大最主要是资讯不完整，对，那所以说我们借由这个座谈会呢，我们把目前的现况我们去做了一些澄清，那么这个声音是越来越小了，那当然部分他是站在一个他为自己争取自己的利益上那个个人发言，我们不做任何表达。对，我想主委，我这边还有很多例子，我就不一一讲，因为时间也有限。但是我要说明的是，主委在这些座谈会里面，我们退辅会很努力的去跟大家说明。以外，我觉得在大众媒体大众在公开的时候，应该是要去捍卫我们推动改革的这个立场，而不只是收集意见。我觉得现在状况很被动，然后我们都是被骂，都是被批评。被抹黑，然后完全是错误的说这个，我甚至也看到说他就是要全面最后退休俸全数奉还，这个是在网络上面到处他们都这样在散播这种谣言，我觉得这会变得，这个污名化的结果是他们自己这样子散播这样子的谣言以后，反而会更加深这样子的不实的内容跟对立。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主委应该不只是收集意见了。不只是收集这个所有的这些我们接触得到，然后去一一澄清，座谈会澄清，应该不是这样。我觉得公开上面应该要严厉的驳斥，而且要推动改革。所以这一点是不是主委在态度上面有可能试着把这个心态调整？这是一个网络潮流的负面效应。当然，我们希望说从我们的执掌跟我们如何去积极的正面，我们去推动，我们会去努力。毕竟11月1号你刚刚说整个全新的网站公开透明的一种改革的方向是要做，也许这个就是可以做的嘛。啊，是，对，也许就可以有很多这个随时更新的一种状态，然后让大家可以知道正式的文件在这边，随时可以辟谣嘛，才不会出现那个你有时候看的人真的是触目惊心，你没有办法想象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文字跟言论在外面这样散播，那完全跟这个本来我们在推动年金改革的初衷完全是这个背离的这种说法。这一点上面我希望在未来新的这个公开透明的资讯的这个推动上面是可以有所帮助。好的，那好，我最后我现在必须要讲另外一题，我前面年金的本来还有，我相信我未来我用这个书面或其他的方式应该还可以那个。有一个蛮重要的事情是，我想8月1号蔡英文总统已经向原住民族道歉，然后他也这个成立了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的这一个委员会。那退辅会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管理的这个土地，包括森林游乐区，包括农场，在这个北横、中横等等，其实都是在原住民族传统领域里面。我想在未来接着这个，不管是原住民族的这个土地的这个权利相关权利的回复，一定退辅会会有很多需要参与的地方。所以我在这边是希望退辅会可以整理一个非常清楚的，现在退辅会管理的或是拥有的这些土地，是在原住民族传统领域的列表给我。那我相信，因为这是时代力量非常坚持的一个推动的立场，那我也需要有进一步的资讯。那我们来去看怎么样协助退辅会以及原民会，那来去把这一个方向能够妥善的推动。所以是不是可以麻烦这个退辅会整理一个这样的？谢谢委员，我们会努力配合。好，就所有的整个列表，那包括它是哪一个族的传统领域等等的，那麻烦提供一份给我们，谢谢。好的，是，谢谢委员，谢谢，谢谢林委员。坐进就坐。那接下来请徐志荣徐委员。谢谢主席，主席，我想请主委。请李主委。主委好。主委，我想请教您，您9月8号您有参加我们国家年金改革会议？第12次的会议是，你总共参加了几次？总共参加了几次？12次里面你参加了几次？那么、我是第7次以后我被纳入年金改革委员，那、所以我参加了3次。好，9月8号那天你有发言吧？是，你发言以后有委员点名
您在改革会议中发言不当，与政府唱反调，爱当官又反改革，并且要你下台。我现在请教主委四个问题：一个，你当天是讲了什么，才会给人家说你发言不当？第二，你爱当官吗？第三，你反改革吗？那当有委员要你下台，这个声音您如何自处？四点，您那天是讲了什么？特别跟委员报告，我不太清楚这一段的来由，但是呢，我愿意接受这个完整的考验，检验。我从这个民国63年8月30号毕业，我到现在我担任公职43年，我没有任何一天是带乎我的职守了，我更没有说站在这个位置上去望那个位置。当然，我是做好我任何分内我应该有的工作。对于年金改革，我在7月28号第七次年金改革委员会的时候，我加入这个改革委员会，我就很认真的去这个钻研，我们如何去从整体国家发展的制度上，我们来看我们退辅会我们应该扮演的角色，我们怎么样去替退伍军人去表达完整的意见。当然，我们也希望说从国家发展的角度上，怎么去结合到这个平衡的后续的决策。那么所以我们一直是站在一个非常战战兢兢的角度上，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当天谈到的是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么纷乱的讨论会里面，我们有一个优先顺序，我们去探讨出如何来探讨出年金可以找出一个更好的方向，可以有更合理的抉择。那所以说呢，又谈到说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到年金发放的对象，年金的制度到底怎么改，它这个结构怎么产生，给付到底有多少范围，有哪些属于特型人士，怎么将来怎么去转型，有七项。那么这七项里面不同的委员有不同的看法，当然最后综合最后呢是站在一个希望有一个合理的结构制度，而后我们再去看后续。那么这个是过程。诸位，我们大概大家都是这样子的，我们不是反改革，我们是不管是九三走上街头的，应该大家是说接受合理的改革嘛。所以刚刚主委你讲的那些发言的话，我认为也没有什么不当啊，怎么会有人说你发言不当，还说你爱当官又反改革？那个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小英总统有指示，我们如何处理军人及退伍军人的年金问题，定有四个原则嘛。那你那天的发言应该都没有超越这四个原则吗？好、哦，应该都没有超过这四个原则。跟委员报告，实际上这四个原则是历次年金改革委员会议完了以后，大家有了一个认知跟共识。那么也在年金改革委员会的之后呢，由林万益政务委员举行记者会跟大家公诸的。那我只是把当天所有这个年金改革产生的比较四个共识的原则，我借由媒体查询的时候，我谈到我们整个退辅会的退辅制度，这里面包含我们有一个任务是年金的任务，那么谈到这一小项。但是呢，我没有办法去理解说为什么说我们谈了整个退辅制度，然后去凸显出这个问题出来。对，所以说你也发言，你也没有超越这个四个原则啊，又有人。有委员要逼退你，我就在怀疑是不是有人想要你这个位置啊，或者是想说你是不是这个 DNA 这个血统不太纯正了、啊、哈、哦，我变成我会有这样的想法了哈、哦。当然，我们这个退伍军人年金的这个改革啊，这个不是退伍军人关心而已，我们的现役军人也会在关心，以后他也要退伍，甚至于。有意愿要从军的人，他也会关心。那我一旦加入我们国军的行列，啊，以后我退职了以后会怎么样？所以说，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不反改革，但是我们改革是要改得合理，啊，互相之间大家都可以接受，不能改得太离谱。
如果改得太离谱的话，这个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了哈，也有可能就影响我们招募这个国军的这个人数种种，可能间接的更严重的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安全也不一定。所以诸位我们不妨改革，我们接受合理的改革，我请你也要坚持这一点啊。我们当然要配合我们政府的这个政策，当然以你的立场你也要帮你的袍泽们，该争取的该坚持的你也要争取，好不好？好，是，谢谢委员。好，那个主委，我再请教你，我们小英政府啊，他有推动这个新南向政策嘛哈，但是在我们明年度的我们退伍会的这个预算书里面，甚至于部署机关的那个预算书里面，我都没有看到，都没有嘛哈，都没有编有关新南向的这个经费嘛哈，没有嘛哈，没有哈。那行政院推动新南向政策有提到，我国与东协、南亚及纽澳国家已没有邦交，需要运用到发挥我们医疗、文化、观光、科技、农业等软实力。那对我们退伍会来讲，这几点里面，我想医疗跟农业可能这个软实力的优势啊，我们退伍会是有的。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北中南三位我们龙总的院长，还有我们事业处的处长，因为有农场嘛哈。我请教三位院长，我们的龙总啊，医疗的服务讲起来是全国都是顶呱呱的了哈，不管在技术方面的还是服务方面的，我们都是有这个实力的。啊，请问三位院长，您觉得我们在医疗实力上面，我们能够以刚刚讲的东协、南亚各有关的国家的医院成立医疗的合作，或者是策略联盟，或者是提供一些国家医疗的人道救援，啊，甚至于我们事业处的，我们有农场啊，是不是？医疗跟农业方面我们都可以配合我们小英总统这个新南向政策的这方面的资源配合。好，委员好，我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张德敏。跟委员报告好，我们在这一方面，其实在9月11号我们在接受医学中心五大任务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对于国际上的一些援助啊，我们大概基本上做了几个事情。那第一个就是医疗援助啊，不管是南太平洋的诺鲁，或者是在东南亚的这边，像越南、柬埔寨、缅甸、印度、印尼啊、泰国啊，我们都有做医疗的援助。那第二个就是对于所谓的这个医疗的这种训练，我们派我们的很优秀的医疗团队，包括我们的心脏电烧手术，包括儿童的这种外科的移植的手术，到东南亚的地区去做巡回的教学。那第三项部分就是他们在做医疗的训练啊，这些国家都会派他们的医师人员跟医疗人员来到台北荣民总院来受训，以及我们跟在98年开始跟越南的河内国家医院有做建教的合作。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因为台北荣民总院的宗旨就是希望能够成为国际级的医疗中心，所以我们想把这些东西能够输出去，把台湾的医疗能够可以照顾更多的人。好，谢谢院长。那个其他的院长，我想说跟北荣的院长讲的大概意思一样的，但是你都不用花钱吗？你要去他们那些国家那些都不用到钱吗？预算里面都没有。这个跟委员报告，我们从整体政策配合上，我们确实探讨了方向。我们不管说是医疗、农场、观光，甚至于说工程这一部分，我们都有去探讨过。我们也接触过这个新南向办公室，我们去了解全盘内容。当然，我们从方向上，我们目前正在确立。当然，预算的编列上，我们后续我们再来去强化，因为毕竟短期之内我们没办法确立出一个完整的计划出来。好，简单讲，我们退伍会在医疗跟农业方面，我们可以配合
支持我们小英总统新南向的政策。是，好，谢谢院长跟那个处长，您请回。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请问诸位，刚刚也有委员提过，我们现在有3500位的教官，五年内要退出校园。刚刚我有听过你，你说要安置这些，可能也有所困难。当然，五年内可能也有3500位教官里面，可能也有可以达到退休年资的了哈。所以说，五年以后应该就没有3500位。我讲的重点就是说哈，有的他还没有到年资，还没有资格领退休俸，业退还是怎么样，那他又去当个。你们那个所谓的教育部讲的怎么说什么探索教育教练那个，那应该也是约聘雇的，可能也不能延续他的那个年资，那对他们的权益来讲，我是认为是被损害到他们的权益，他们因为他也还没有达到这个退休的这个年龄嘛，所以这方面，主委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或者是做法，可以保障他们的该有的这个权益。跟委员报告，安置退伍军人是我们退伍会的基本职掌。当然，刚好碰到这么大的一个这个额度，我们到底如何去这个安置好？那么我想这个有相当这个困难度。可是呢，从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在增加就学就业量跟扩大人才资料档案库。我们如何去跟这个广大的企业，我们能够接轨？目前也是我们在积极在推动的这个层面。那么我们希望两者能够结合，那能够对于这个军训教官，如果说真的退出校园，我们如何去注意？对，最后就是说，据我所知，好像教育部有这样的做法，好像事先也没有跟我们退伍会这边联系还是沟通，是不是？据我们所了解，当然这目前还不是一个决策。所以说，我是认为教育部也不能这样子，糊弄这些3500位的这个教官了。所以也请主委，要关心一下，这个不要损害到他合理的权益，这样子来拜托你。好的，好，谢谢。好，是，谢谢委员。好，谢谢徐委员，谢谢主委。接下来我们请陈廷飞陈委员。谢谢主席，我们请退伍会主委，请李主委。委员好。主委好，就我先请教一下哈，欧星环保，你知道欧星环保跟我们台南龙旗有一个很大的争议。是。那欧星环保我们有投资，我记得在上一届。我也在这个地方问了我们的退伍会主委，我们的主委说，我们针对欧星的一个投资案，我们可能考虑要把它撤掉。是，当时我很清楚，这是在上一届，但这一届呢？现在呢？现在我们的态度是如何？我们目前还是撤置在案，而且也持续的在进行。是。也要撤，是，确定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但是似乎在上一次有委员就叫我们退伍会的时候，我们退伍会是说我们的计划有更改。所以我只是要确定到底有没有更改。报告委员，我跟委员报告，我们计划没有更改，我们依照行政院103年的那个核定撤资，我们现在正在做资产建价，然后目前的程序已经走到请了会计师来做签证，签证完的话就会提交审议委员会，最后就会在公开市场买卖。那这个过程呢，都一直在进行当中。我跟委员报告，我们这个立场从来没有改变过。那至于其他委员有些这个疑虑，那是仅止于我们内部讨论，并没有形成决策。我们现在整个立场是不变的。问题就在这里嘛？奇怪，一方面在做动作。你说你们的政策没有改变，
一方面内部还在讨论说是不是不要撤掉。那奇怪，这是多头马车吗？没有没有，我跟委员报告，我们确定就是要撤资。我刚才已经把程序跟委员跟进度已经跟委员报告过了。那好，现在什么时候可以拿出来做公开标售的动作？目前为止哈，如果整个那个会计师查核很顺利的话，大概我们会进入下个阶段，就是整个资产建价有个审议委员会，委员会通过价格之后呢，我们就会到一个月之后，我们就会到公开市场去买卖。资产建价是什么时候完成？报告委员，这些哈、有些时候不是我们完全的拿捏，但是预估大概在年底年前。从103年一直到现在，已经是105年了。是。那总是要有时间点吧。有，大概在年底前应该可以完成整个股价审议的委员会的召开。那委员会过一个月内就会到市场去公开标售。好，今年年底是会完成所有委员会的一个建价的一个处理。对，一个审议是。好，一个审议是。好，我们不希望里面有不同的动作，有不同的声音，居然公然要违反我们当时候在立法院的决议。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不知道是谁的黑手在里面，我不知道。可是我们当时候在103年已经做了这样的决议，居然因为某些人有不同的意见而要去做更改，然后居然在这个质询台当中有别的委员有问过，你们居然回答也说对，可能会有更动，那现在又说没有。我应该是要听现在的您所说的吧？鲍委员，我确定我们没有更改我们的政策。好，没有更改了哈，因为我觉得说，既然欧新到目前为止，应该我们都是撩紧的嘛，是亏钱的嘛，所以在103年才会做出这样的决议嘛。那现在欧新跟地方的争议，我们退辅会为什么要搅进去？那请问在这个争议当中，我们退辅会的角色又是什么？我跟委员报告哈，欧新跟地方人士的沟通基本上我们并没有介入哈，我们不介入的。因为这个部分，那你知道他有沟通吗？他有，我知道是他有去沟通，至于沟通成效如何，我没办法把握。你没办法把握？是。那你知道地方反弹很大吗？环保团体都站出来了，你知道吗？这我知道，地方正反意见都有，但是环保团体也去，我也知道。上次环保署署长过去，他们环保团体也去递交陈情书，这等我们都有掌握。这是非同小可的事件。是的，我觉得今天到目前为止，我们退辅会还有一点点投资在里面。我们必须要要求欧新一定要真正听到地方的声音。一定要了解地方的想法是什么。你如果一意孤行，所造成的一定是两败俱伤。是的，所以现在我们还有一点点投资在，不能说我们都不管，我们就给欧新去处理，这是错误的态度。我还是一样，鲍委员，地方的意见非常的重要，我们不希望说我们被蒙蔽了。鲍委员，您的意见我们一定会透过董事会里面正式表达，而且会列入记录。我们在地方接受很多的陈情，包括地方的里长、地方的人士，那地方很漂亮，是他们很担心，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演示设施在那边之后，会让整个地方的美破坏掉了。所以我觉得这才是地方的声音，环保团体也站出来了，我觉得。你们真的要非常慎重去面对这个议题，是谢谢不能全部就是让欧新自己去处理。好，这个是我提醒哈。那主委，我再提醒一下，你记不记得上一次也在这个地方，我一直就叫说，我们有关于新自备的这些投资天然气的一个股权变动。当时候你有说你会要求相关单位去把它查清楚，是会报给我们，是，但是我们收到的这一张跟之前一模一样，跟520之前我们拿到的资料一模一样，520之前跟520之后我看不到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520之前还加了个密件给我们，520之后就薄薄的一张纸。我不知道有什么不同哎、欸。今天很清楚，我们不当党产处理小组已经成立了，我们不当党产的整个条例也已经正式在立法院通过了，这里面写的非常清楚，在第十一条，调查符合比例原则的方式，还有受调查之对象不得规避、拒绝或妨碍调查。这里面我们是股东之一啊，所以当时候的股权变动你们一定很清楚，怎么会说你们都不知道？这跟你们都无关，你们只能从网站当中去查。这到底是什么理由啊？报告委员，您上次咨询之后，其实我们真正有决心，而且我们已经整理出一份资料，会后我们正式询问给您。这所有公司里面所有历年的股权变化表，我们都整理出来了。我们会后现在已经整理出来了，我们整理好了，我们会后会提供给您。好，会后才会提供给我。是 是，之前这一份都不算，这比这份更完整很多，完整很多。不要到时候又是那简单的几行字就说。这个是属于这个网站公开网站里面才查得到的，然后其他我们不明，然后不方便提供哦。不要再是这些文字哦。不会，我们25家公司的资料我们都整理完了，我们会提供给委员。我希望我看到的是完整资料，因为这牵扯的是未来我们不当党产为什么在当时候，在1999年跟2001年、1997年，他们陆续会完成股权的转让。而且当时候都是非常清楚，都是国民党他的持股，里面资料非常详细，我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就断层了。好，我希望你们给我们的资料会很清楚。是，那我还有再调了一份资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退休官员转任退辅会公司合营事业高阶主管的他原支领的月薪，还有转任支领的月薪比较表，这应该你们也有啦，因为这资料是你给我的嘛。这比较表当中，光新兴客运的董事长，你知道他原支领的月薪是多少？8.4万，转任支领的月薪是多少？17万。再来呢，还有新湖天然气公司董事长也是。他原支领的月薪是7.9万，可是转任支领的月薪是18万。我为什么提出这个资料？也就是我们现在希望是改革，我们希望是给社会观感，我们不想说再用肥猫这两个字，我也不喜欢肥猫这两个字。我觉得我们要改革，就是要把所有摊开来透明。我们在整个所谓我们希望去调整修正的，你说的参照公教人员相关规定，然后还要投资事业人士审议小组要增聘外部委员，在人选的条件方面要删除原需具特定职务之资格条件限制，扩大遴选范围，定具体的评分标准，以推荐符合公司所需要专业的高阶机领人员。这三点，这是你们报告里面写的。那请问，那在整个薪水的一个评估当中呢，什么是合理的薪资，什么是不合理的薪资，我们要不要透过公开的一个调整或是公开的一个处理，是不是也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在？包委员，那个我跟委员报告，其实各公司的资薪是由各公司的董事会啊，透过董事会来审议啊，包括董事长、总经理或是各经理级的薪水。但是委员刚才的关切的、没有标准啊，委员你刚才关切的议题啊，我跟你报告，我会参照我们交通部、国发会以及啊财政部这些转投资公司他们的资薪标准，我们会做深入的研究。因为这个所有资料我调出来，光我们看到。这个薪资被天然气的一个薪资，它的 range 就非常大，有12万，有13万，有19万。那到底它的标准在哪里？它就是依据公司啊的整个的获利状况，然后要透过董事会来决议啊，到底给经理人多少薪资？那你有没有去评估过，确实是依照他们的获利吗？
我看不是哦，这里面的资料有些并不是如此哦，有些获利并没有那么高，但他的薪资还是很高。委员，您的意见，我们回去会再去做深入研究，去做了解，是是是，去做调整。所以，在你这一次你们所提的这个修正重点，那请问什么时候要正式执行？有关于我们业务报告上的那几点，我们其实已经正式执行了。包括我们从八月一号以后啊，派任的那高阶经理呢，都停领18%了。这部分我们已经完全执行，外部委员已经在运作了。那什么时候要达到我们的目标值？有在做，跟什么时候要全面？这目标值有差啊。我们总是要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值嘛。报告委员，我们启动了这个改革机制之后啊，我们以后所有的这遴选高阶都会依照这个新的办法来做。我们整个都会从八月要开始，我们已经执行了，但是以后我们都会沿着这个改革要点来做。所以你现在讲的是未来，未来要补的用这个办法，在前面已经在任的部分就是保留原貌，是这样的意思吗？主委是这样的意思吗？跟委员报告，因为这是一个整体的制度。当然，我们投资的转投资事业，它也是一个民营化的这个形态。那当然，我们必须尊重董事会。但是呢，我们从持股率上，我们去做完整的建议。当然，我们希望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把这个制度啊，我们是定在我们所有高阶经理人。所以，主委，现在我们只有处理往后的，也就是后面我们现在要聘用的人员。可是，在之前的，我们并不依照我们现在改革的这一套去处理，去做检定，是这样吗？是，这会有问题哦，这会有问题哦。主委，我还是建议全面一定要去做思考。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那把目标值定出来，可能会是比较得到人民的期待。好，这是我给你的提醒，谢谢。好的，谢谢陈委员，谢谢主委。因为我们今天后面政治执行还有很多的委员哈，我们可以请马文君委员执行完之后休息10分钟啊。好，那就等李玉林委员执行完，本会委员执行完之后休息10分钟，好吧？哎妈，赵员不好意思了哈，拍谁？谢谢主席，麻烦请李主委。请李主委，请。委员好。主委好。我想其实就今天的报告里面，我记得在上个会期，我们也曾经提醒贵会，就是在荣民每个月就养金的部分有14750元，不过因为缺乏管控的作为，当然不是我们荣家不作为，可是有很多的因素会影响到这些旧养金的实际落实照顾的一个美意。因为有很多我们的荣民在荣家，他本身可能身体状况很不好，记忆力衰退啦，甚至有失智的部分等等。当然这个旧养金也变成有心人士的寄予的对象，包括很多的外配，包括不孝子女，还有很多变成干儿子干女儿等等，在月初的时候旧养金一下来就马上可能把它拿走了，所以造成后续在可能照顾上面，或者甚至有些需要特别聘请一些特殊的照顾的人力，其实都发生困难。就这个部分，我们有没有比较具体的作为可以改善？因为已经谈论很久了。实际上我们对于旧养金这部分，尤其是失智失能的老人家们，我们有一个专案的机制，那我们持续的在关注这件事情。同时我们从督查的角度上，我们不定期的我们去查到底这里面会不会有其他的后遗症，这是我们持续在做的。目前这个专案怎么做？我们是有一个固定的机制去把每个月他这个旧养金他如何去分配，然后呢如何的运用，我们有一个完整的记录。可以分配吗？是。我们请这个处长跟你报告。委员好，我是旧养养护处的处长。我针对我们的服务的就是荣家里面的，我们有分旧养的。没关系，这个不用特别说明。我要知道说，我们目前如果对于这样的状况，可能他自己本身没有被照顾到，他用不到这一笔钱，结果钱很快大概被其他人
他当然 是有相关联的了哈，不过很快就被拿走了，所以变成他自己要 有照顾的费用，或者他需要的生活费用都发生困难，这些状况其实很多。我们现在具体的作为是什么？住在荣家里面私人跟养护的这些住民伯伯们，我们有固定他一个月，比如说是4000到6000，他可以运用。其他他存款我们是摆在，比如说是堂长、会计人员跟家主任，必须有三个人一起核定之后才能去提领他的钱。因为就本席所知啊，也是有很多人他要请看护或者特别照料的时候，包括生活上面都发生困难。就这一点，我们因为上个会期我记得也咨询过了，我要知道有没有具体的作为。比如说其实像我们一般外界他们对于失能的人，或者像我们有一些政府的一些特殊的津贴，比如说老农津贴等等，像他如果是法院要去动这一笔钱，其实就没有办法。我们希望其实你要找出具体的做法，比如他是失能的状况之下，其实我们可以协助他，可能在这个部分他就可以严格管控他那个钱是不被拿走的。可是我们有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养金的部分就跟刚刚委员提的法院一些比如说追扣这些法律的程序是不可以扣。对，除了这个以外，因为他已经不会被追扣了啦， 他不会去欠钱了嘛。对，可是有可能其他，我刚刚一直强调的是寄予，他是被寄予的对象，这个丧失了我们提供这个每个月这样的就养金的一个美意。我要知道说我们的作为是什么。现在听起来是上一次咨询到现在其实我们还是没有做法。我要提醒的是，如果就这些部分，因为包括我们可能在一般社会上，我们如果有一些社会处等等，其实他有相关的社工人员碰到类似这样问题，比如说有失能或者他有可能失智状况的，其实他是可以受到法律特别保护的。你就变成荣家可以去有效的去运用这一笔照顾的费用。我希望你连这最基本的其实要做到，看起来是都没有了。我们现在还是听到很多现象都还是持续在发生，这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提出来，可以做到吗？可以做得到，是在做。另外我记得上一次也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在荣家医护专业人力不足的部分，我们一直采用委外经营，那现在有什么样的改善的做法吗？我们有荣家里面有分两个区块，一个是护理人员，我们是编制内，现在目前我们编制内16个荣家大概将近190位，那不够的我们按照我们的这些住民北北的编配比，我们不够的委外也是180多位，我们就用我们委外的经费来请委外的护理。所以目前大概一半一半，可是就我们的资料显示啊，哈，我们每个月编列的预算大概有4万到4万5千块。是。那你这4万到4万5千块，其实它如果你把它委外的话，它可能有扣除额，大概每个月5500到4500，扣掉这些以后，其实大概只剩3万多4万嘛。如果比较高的话，是，可是你委外的话，它人力公司的管理费高达10500块。如果你这些再扣掉这个人力公司的管理费，其实真正拿到这些照护员他们身上，他们实际可以领到的只剩下2万多块。其实如果比较起来，他们要照顾这样子的我们的一些失智失能或者需要特殊照料的这样的农民，他们又有很大的压力，然后又需要面对长官，然后又要面对他的家人，然后又要三班轮，你认为领这个2万多块，你可以留得住人吗？谢谢委员的关心，我们每年都有去争取这个照护员跟护理人员的预算的调高。第二个就是要向您报告，除了调高以外，然后因为你要一直调高，我觉得现在因为整个支出预算上面都有很多的困难，是要一味的调高，其实会你会。在执行上面其实反而比较不容易执行，是，可是如果你们可以像，因为未来长照是政府很重要的政策，尤其我们荣家其实是一个指标性的算是过去其实有长期这样服务的经验，如果可以把它做得更好，未来也是长照一个可以
大家可以互相交流学习的一个对象啊。卫福部其实他有用约用人员，对不对？你知道这个部分吗？针对医疗，就我们所属医疗机构约用人员的禁用跟管理。就本会的立场，我们也希望有这个机会，但是目前我们是遵照行政院这个预算原额的总数不可能增加，所以我们约用人员跟约聘雇人员是不一样的。这我们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其实你们可以请教一下，约用人员其实他不需要报会，然后他也没有年资合并的这些问题。其实为什么医疗机构他们要特别用这样，就是未来你要因应这么多的专业人力的时候，你怎么样让他的薪资可以得到合理的标准。因为现在随便一个护理人员在诊所工作不用轮班哦，白天班至少都30000起跳，可是像他们要轮三班，还有你白班还有大夜班小夜班等等，你要轮这样的班，还要照顾这样特殊的失智失能的对象的时候，你20000多块，你真的能请得到人吗？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如果约用人员在卫福部可以用，那我们这里应该就可以用。我们希望你要有作为，你可以去参考他们是怎么用的，因为这不是约聘雇人员。约聘雇人员当然未来他可能万一整个政策制度改变的时候，他的年资并进啊，未来的劳退等等，其实可能会牵动的问题比较大。可是约用人员没有，我们希望今天提出来，大家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做调整，不然你永远都找不到足够的人力。我们的需要被照顾的人，他永远都没有受到好的照顾。这个部分，因为你的留用率很低啊，好，你光是找人就发生很多的困难。是的，所以在这里要特别再提醒，我们上一次我记得这两件都提过了，可是一直没有改善。那另外接下来我想要请教主委的，就是说在报告里面我们有提到106年，我们在就学就业的预算要增加19000多万，对不对？那就学进修的部分，其实我们是要激励，就是从这样的角度去出发，所以明年依核实补助的原则，我们的补助额度是从2到4万调高为3到5万，所以我们增加了1亿9000多万。如果按照有些委员的计算，或者我们这样的支出，你一年大概将近2亿，10年要多少？本席也赞成任何的鼓励，其实都是好的。不过我们也要特别提醒这样的做法，因为我们现在缺人缺得很厉害，尤其募兵，我们有很多的政策方向，一直希望可以有什么样的诱因来吸引人，可以让我们的募兵制可以更成功。就像国防部他也在提周末战事，也在提，也配合教育部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可是跟我们目前需求的其实是格格不入。我们现在变成缺人缺得很严重，已经不管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用的我们都用。我在这里特别提的是，因为现在大家很关注的年金的议题，缺人要补的时候，我们什么方法都用，我们什么诱因都给，可是你事过境迁以后，等到你的制度改变，我们再回过头去责怪说有些人享受这样的制度，因为你过去政府的承诺我们都赞成，有必须改革，因为年金这个是大家很重视的一个部分。可是当你在缺人的时候，你在提出一些新的政策的时候，会不会造成未来的后遗症？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审慎的考量，而且尤其不要病急乱投医。这个部分我不是说我们这一部分啊，我是对国防部的有一些政策，其实我提出来。那可是在这里要提醒的是，退辅会现在面临年金改革，也要承受很大的压力。我也赞同主委所说的啦，国家对于退伍军人的服务照顾，就是现役军人他陆力前线的潜在动能，也是青年学子从军报国最大的诱因。可是相对的，也要很沉痛的告诉主委，因为现在所有的观感，大家都觉得现在的退伍军人，他现在承受的污名，也是对现役军人最大的打击。我们希望整个国家的改革，国家要进步，或者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大家共同来面对。可是过去政府所承诺的，并不是大家去偷去抢去骗来的，怎么样做合理然后理性的探讨跟改革，才是大家要的。谢谢。好，我也谢谢。
谢谢马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吕玉玲吕委员，那吕委员执行完之后，我们休息十分钟。谢谢主席，请李主委。主委请。主委好。主委好。今天我们大家都在关心退辅会，那我们看到主委你本身在军里中这个几十年来，所以你看到退辅会整个的运作，最主要它的功能是要照顾我们退役的所有的军官。那整个退辅会在这些年来的运作，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到荣民之家、荣民的一些照顾，所以这个体系通通都有。所以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主委特别针对军公教军人的这个年金改革，你提出了你的建言，那你的建言也是开了这397场的座谈会整合出来的意见，你说了，但是被执政党的立委说，主委啊，你要知所进退，结果不是改革，要广纳谏言，结果你被说了要知所进退，表示说你不配合就要下台。主委，我也为你抱屈，那你自己认为你委不委屈啊？你委屈吗？我特别跟委员报告，我们退辅会我们建立的对于照顾军人退伍军人的退辅制度，我们一直在沿袭着我们过去的基础，但是呢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跟未来国家发展的这个挑战，我们必须要去做因应的调整。那所以说呢，我们建立了一个改革也创新的修正制度，这个修正制度是在今天我们报告里面我们摘要的说出来，但是我很简单的说，我们参考了世界各国它的退辅制度，我们希望我们这个退辅制度真的是能够照顾退伍军人，但是呢也是让现役军人看得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制度，让他也知道有未来，当然未来的青年学子他也可以去这样去从军。但是现在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在共同这个高度关切的这个年金改革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从6月8号开始，我们有这么多场次的座谈会，而且都是我亲自去主持，我希望能够亲身去面对那个发表他们的意见，他的心情、他的表情、他的意见，我们把它汇整出来。所以说呢，我们在年金改革委员会有幸的在7月28号7月的第七次年金改革委员会里面我参与了，那当然我努力的去表达，我去表达了我们荣民的心声。可是呢，我是站在一个整体国家发展的制度上，我来看国家的发展上，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合理的制度。但是被执政党的立委说你要知所进退啊，这个委不委屈？这个发展的这个来由我不太清楚。你为了国家开了397场的这个座谈会，年金改革，你提出会诊所有的资料之后提出来建言，结果不被接受。不被接受，那这会就白开了。谢谢委员关切。你委屈吗？我对于这个所有的事我很坦然的面对。其实我从民国63年我毕业以后，我碰到很多这个不同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洪仲丘事件，但是我都很坦荡的去解决问题，而我不去看后面的负面对我的产生的效应。但是呢，我终究是站在一个为国家发展建立制度的角度上，我去完成的任务。当然我相信年金改革对我是更大的挑战，我也愿意从完全坦荡公平的这个角度上，我去持续的进行所有对我的检验，所有对我的意见我都接纳，我持续的去。诸位，年金改革、军公教劳，我们一定要检讨来改革，改革是一定要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对军人这个年金改革是用污名化的，我们要尊重，现在军人93上街头，他要的就是要尊严，我们要给他尊严，保家卫国，我们也知道要与时俱进，但是你这样子污名的改革只会造成我们的对立，军公教通通会对立。为什么我要这么说？你看看军人在外岛，他没有外岛的加急，公务人员
就有外岛的加急。所以你如果拿那个平台上通通做检讨的时候，你就是应该因事来处理，一个一个检讨改革，让大家都能够安居乐业的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造成的社会动荡不安，这种做法是让我们最担心的。而且开了397场的座谈会，得到的意见整合结果不受到政府的接受，那我们看到军人戎马数十年，他情何以堪啊。我们看到的退役的军人，他们未来退休之后的信赖保护的照顾不受到保障的照顾，那现役的军人看到他们的未来如此不堪，这样子他如何忠诚忠贞的在这个部队军中中为我们国家效劳做事。那也研发到我们的募兵看到了军中不受到好好的照顾，退休之后又不受到保障的抚恤，那这样子募兵就募不好了，募兵募到了。所以这一连贯诸位您都看到了，但是您的建言不被接受，所以我们是非常非常的忧心。所以我也希望诸位您的建言您的精神，你为他们的争权益捍卫他们的尊严，这个精神要继续保持下去，不要为了保官位而有任何的退缩。就算你被他们逼了下台，你还是要继续的为我们的军人我们的同袍来发声，好不好？我特别跟委员报告，我从这个6月8号一直到7月30号，我第一个阶段是听取各地荣民的声音，但是从8月22号到8月30号，我第二阶段我去拜访了这个退伍军人相关的社团，一共有12个社团。我跟他们谈的是，我吸取会诊的荣民的意见，然后呢提供给年金改革委员会，年金改革委员会都采纳了我的意见。当然这个外界有不同的解读，那个我们不去，但是我们毕竟我们在年金改革委员会里面是参考荣民的意见我们来做。另外我也跟这12个退伍军人社团组织，我特别表达了当前的退伍制度跟年金改革的立场，那么当然有部分他们是理解的，有部分他们是站在一个说我要我的尊严，我必须要去上街头，但是呢我是站在一个完整的制度如何去建立合理的太阳，我去跟他们去做接触，我们去跟他们做谈。所以我们要改革就是要合理跟公平，所以我们所有的军人看到这种情形是没有一个信任，这信任完全破灭下，未来我们的军人如何信任我们这个政府，那整个军队那如何可以信任政府为我们去打仗呢？这都是让我们担心的。我又跟我特别给你报告，我穿军服50年，我一直以担任军职为荣，到现在为止我唯一的职责就是要替退伍军人去争取他们应该有的尊严，这个目的这个所以诸位我不会坚持做对的事情把它做好。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现在在推广我们的长照服务法已经在已经通过了，我们现在要做长照服务法。我们看到荣民之家在长年来照顾我们的荣民荣眷这一点做得非常成功，这也就是我在做长照的时候地方政府对这个长照制度还是不熟悉，而且没有这个经验，可不可以就是说我们资源共享互相合作，我们把这个经验跟我们地方的政府共同的结合来做这个长照服务，这样子的话我们现在因为老兵凋零的啦这样子情形，很多的我们荣民之家也空出来的床位，包括我们的荣总这些这个使用的一些床位上都已经降低了很多，所以可不可以就跟我们的地方政府共同结合来做？跟委员报告，目前我们一共有9所荣民之家跟地方政府已经完成了资源共享的资源协定。当然了，我们同时我们有一般民众自费入住我们这个试行办法，这个试行办法我们已经报了行政院了，那么很快的在短期之内它就会核定了以后我们将来开放的速度会更快。当然委员关切的这个议题我们持续的在努力当中，因为我们知道
荣民之家我们长期的照顾，也跟配合的长照服务法。我到国外去参访丹麦的时候，我特别看到他们对老人中心这个对安养中心这种特别的一种关心老人家，你要关心他的身心，还有他的服务跟他照顾，就不要自私，像医院一个病床一个病床接下去。他们呢，不只是阳台独立不同，还有他们居住的环境，个别像居家式、生活式，有尊严的方式，这样子照顾才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有这些意见，大家汇整起来，来照顾我们的退役军人，跟我们长照服务法可以共同的配合。尤其是刚刚都有提到一个旧养金的问题，也有民众跟我陈情反映，就是他领了旧养金只有14150块，进到我们的荣民之家的每个月的照顾津贴是现在是多少？您知道吗？现在是多少？比14000块还高嘛？18000、20000都有，是不是？所以这样子的照顾有没有与时俱进？有没有经过我们像市场机制的调整？年金到改革了，那我们的旧养金也要调升啊！你最起码他的生活，你到这个旧养的地方去旧养，不用再拿钱出来，这才是实在的有尊严式的照顾。所以主委，整体面你要做一个改革，包括旧养金低收入户啊，他的补助金啊就超过20000块了，我们的旧养金14000多，这个很久都没有调涨了。所以要跟我们荣民之家的安养的每个月要缴的钱啊，这个你要做一个评估检讨，好不好？好的，我们在2年前我们就开始在不断的希望去调整，5年前调了600块而已，到现在，这个有与时俱进吗？是，有这个市场机制吗？所以我们希望要将心比心来照顾，要有尊严式的。所有我们的军公教，大家都不是不愿意接受改革，但是要有尊严，不要污名。包括我们的教师都一样，包括我们的军人都一样，请我们大家共体时间，我们一起来把这改革这条路做得公平公正，好不好？好，谢谢委员。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主委。那我们休息10分钟，10分钟后继续开会，谢谢。
那个诸位准备好了哈，诸位可以了哈，诸位可以了吗？你好，好，那我们继续开会。那接下来我们请赵正宇委员。谢谢主席哈，主席请那个我们主委，请李主委，谢谢。还有我们就养处的赵处长，赵处长请。就业处的董处长，就业处董处长。委员好，好，诸位好啊。赵处长不在吗？向英。赵处长呢？赵处长在不在？没关系，没关系，等一下。那个退伍费，诸位啊。退位对我们农民做了什么？我想这个农民大家每个都讲了，39万人啊，65岁有长者有19万9千人啊，最需要就是妥善的就医和就养哈。然后20万以上的青年哦，青壮年的农民哈，就是就业辅导嘛，他的措施有哪些哈？我想辅导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就业，哦，第二个就是就养嘛，是不是哈？那我们先讲就业好了哈。那你看哈，我们这个数据啊，这个是因为我从立法院的预算中心拿出来的哈。我刚才问私下问董处长，啊，你的，你看你公办的哈，比你自办受训后就业率有没有？委外的达60哦，103年哦，101年到103年，那你自办的连30都不到，28.9，哦，那你说你今年，董事长我跟你很熟哈，也很。认识蛮久了哈，啊，你可能比较认真哈，你马上就，哦，就到了78，是不是？你刚才给我看那个78，那表示说这一年中哈，你有进步哈。我问到你就要那个哈。是，报告。那你们是不是只关心高阶出路的人啊？报告。什么上校以上啊，有这个转任考啊，少将、中将、上将啊，董事长就12个人。副董事长2个，总经理就8个，副总经理7个，经理25个，主任3个，合计就57个。我刚才讲了半天了，你那个训后啊，就业率啊，这属于我们青壮年比较中阶、中低阶的一些退伍军人哈。那你我看了资料，你跟我说有78，啊，确定有那么多吗？报告委员，请说一下，我是就业处处长哈，非常感谢委员长期一直在关注这一块就业的这一块啊，而且非常的支持哈，个人非常的感谢。那对于我们就业这个部分，刚刚我们主任委员已经报告过了哈，我们在今年的预算大幅从去年的1.9亿，今年增加到3.8亿哈，大幅增加的一倍啊，足足一倍。那这个部分我们不但增加一倍，而且我们把重点放在青壮跟低阶这一块。所以说哈，我们在落实的这个部分，刚刚有讲过，就是78的今年度我们这个就业训后的就业自办训练是到了78，那劳动部是75啊。那这个部分主要是我们透过两个措施，在其中的一个措施，我们就是把那个陆续的优先顺序，把那个届退的还有没有领业退俸拉到前面来啊。第二个重要的措施就是，他只要超过一次以上的。超过一次、超过两次的那个参训、训后不就业，我们自己把它排除掉。所以，我们这个数字慢慢就这样子出来了。以上的补充，谢谢委员。处长，你真的很用心啊！因为你在桃园当农民服务处处长的时候啊，我常常看到你去招商哈，我也有协助你哈，你也记得哈，我也有去哈，那还帮你介绍一些那个厂商给你。那我为什么很关心这一点？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自愿意退伍的哈，那个军官哈。那我退伍的时候，20几年前也没人找我什么职训、受训也没有，我自力更生啊，吃自己啊，啊！那我从公所做秘书、做代表，一届议员做4届，然后现在选到立委，做了20几年，啊！哦，从政20几年，我是自己有没有？有没有辅导会就业我去选举也没有啊？是不是？那我的意思说，我看到很多我的同学，然后有的去考试啊，有的去做生意啊，那很多因为我们刚出来的时候。还有我们周遭的一些我们志愿役的一些官兵有没有退伍之后他不知道无所适从，很多尤其是士官，哦，那士官他根本了找不到出路啊，最多哈，哦，还有一些军事官哦，退休之后做什么？掌门人，掌门人是什么？是吧？保全了，啊，哈，哦，你知道哈，哦，这个很大的官啊，几乎都做80%以上都是做这个行业。我想哦，在军中啊，很多磨练训练，像我也做过参谋啊，虽然我很低阶，但是。我也做过高师参谋，我也是
那个也带过兵，也做过参谋，所以说这个军中的历练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以后往后在社会上是非常重要。那这些人也是做过这些事情，那他今天出了那个军中，到了社会，那你要多帮忙他们，是，尤其是退伍了，你要去主动去联络他们，是，告诉他们有这些讯息给他们，让他们去受训，学了一技之长，对不对？是不是？是的。那教他们钓鱼啊，不是买鱼给他吃嘛？ 是不是？是。我想处长这个还多加的哈，加油哈，是，看能不能达到100%啊？是。那我们退伍的人哈，不管你什么阶级啊，你退休之后哈，都可以到社会上有一技之长哈，也可以生活哈，这样不要造成我们辅导会的负担嘛，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的家里啊，还有我们的社会做好哈。好，谢谢你哈。另外一个，讲到就养哈，那个赵处长是温馨舒适的就业就养环境啊，是我们农民服务处的那辅导会的职责嘛，对不对？尤其是我们农家哈，我们单身农民有48040人哈，公费就养农民大概40000多人哈，44000人哈。那就养基金你也知道14150块嘛哈。那下一页，这个是什么？图案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照片、啊、这个是桃园农家啊，你上网看就可以看得到哦。桃园农家这个在今年的5月16号，就520就职之前啊，换政府之前啊，赶快办这个，这官场文化农民不乐之捐呢、啊、这个是人家跟我投诉的。这个处长啊，因为啊本来是副处长啊，处长退休啊都是63年班的嘛，讲叫做同学啊，这个搭把我们副处长副主任啊，升主任啊，然后又会感恩我们的前董处长吧，就搞一个退役的一个军舰的那个海锚啊，前舰的海锚哈、啊，这海锚拿回来之后啊，争取回来之后是不是要放要装啊，要装置啊，没有经费怎么办？找了我们这些领了14150块的农民。尤其是找海军退役的人，士官兵叫他们捐钱，捐了30万去办这个活动成展。那主任，你觉得这个可以吗？处长，你觉得可以吗？报告委员，我是救援养护处处长。荣家的著名伯伯，长年以来对荣家有些感念，他们确实是会对荣家捐赠一些救护车啊。还有做一些设备，对对，你现在讲清楚了哈、这个哦，救护车设备那我都没有意见。你把钱捐来做这个成展是对的吗？我先问你这个问题，你前面那个龙光周刊都有看了，每天都有了。你先问你就给我答复我对不对而已。你觉得对不对？你不会有用自有的预算吗？为什么叫农民去募款？你说募款去，刚才你讲了、哦、救护车什么东西有没有，或是一个什么轮椅呀、啊，什么东西我都觉得可以。你叫我捐我也捐，以后啊这个东西哦，我建议你不能跟农民捐，乐捐这个东西，你可以找我们地方的人士啊，附近的厂商啊，对不对？民意代表啊，对不对？是不是？你怎么可以找那个？哎，你们在座当处长的领月那个什么，每个月领的那18%就20000多块，比人家那个一个月领外出就养金的还少。做这种事情我觉得不好，下次要改进可以吗？是，谢谢委员。就是不对就是不对嘛，你把那个钱弄到基金又拿过来用啊，我怎么会不知道你们在弄这个东西，这是不对的。他们才领14150块，是不是？你可以找我们这些捐啊，你找我捐我也给你捐啊。那下次哪个人要升官的时候，哎，我们李处长哦，不，我们李主委是炮兵的，前面的那个主任啊，搞个 F51好、哦，还搞个战车，这个主任海锚，下次谁当主任？我建议啊，我们主委是炮兵，从753炮开始，我也是炮兵的，125、155啊，8寸啊，2次洞啊，还是N1洞9、N11洞啊，看哪个有除以，我看只有一个除以753炮、啊，你就拿来成长好了，是不是？那每一个人也是在搞这种文化，这个官场要拍马屁文化嘛，是不是？那、啊、你要成长这个东西，我没有意见。那你这个募款你自己去募，然后你自己编有你自有的裁员，对不对？你的公务预算支出嘛，这才那么一点，退伍会这么大的机构，基金这么多，是不是？董事长这么多人，你要一个单那个外驻就养的农民去捐这个钱，我想诸位这个不对吧？是不是？你看，
这样不好，真的啊，这个给人家反感。为什么？我知道农民捐了他会讲话，他跟我反映啊。我说你干嘛捐给他？他是长官啊，还是那种观念啊？是不是？他们的观念还在，他们虽然退伍了，就像我在我们当地也是啊。我们那个士官还有什么那个，哎，看到我都敬，我说你敬你干嘛？啊，你是我老长官，什么我是你老长，你都我爷爷了还是？他说你官阶比我大，还在那退伍了，还在搞这种官阶，什么时代了？我已经跟他们讲没有退伍，大家都是一样的。哦，你是士官，我是军官，你要跟我敬礼。哎，我是小孩，我可以当你儿子。哎，什么你跟我敬礼，我要跟你敬礼，你是我长官，是不是？不然那个他们还是有那种心态，就是你是长官，他是士官，他是士兵。我觉得这种不好，这个行为是不好的。我想主委也是非常通情达理。那人家说这个主委很能沟通啊，我想这个我跟你沟通啊，他也认同。我觉得以后不要再犯这个问题，好吧？是，可以，可以吗？哈，是，谢谢。那其他的我们以后我们再说哈，尤其行政中立的部分呢，处长你还没处理哦，你也没有跟我说明哦，赵处长，你知不知道？你站在那边干什么？你要跟我说明哦，过几天哈，准备好资料，不然我再问你哈。谢谢，谢谢主席。好，谢谢赵委员，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下面请肖委员。好，谢谢主席哈，请主委。主委请。委员好。好，主委好。我想首先哦，就针对我们退辅会在经营的花莲农场哦，跟农委会的花莲农改场合作来做这个有机研究中心的在主委跟副主委上任后哦，非常积极的来促成哦，那这件事情能够很有效率的哦，来有很快的进展哦，就这个事情我要向主委跟副主委表达感谢哦。但是除此之外哦，因为退辅会在花莲毕竟是大家俗称的大地主哦。不管是农民租用也好，或者是许多过去的一些眷舍持续的在退辅会的所属的土地上面在居住的这些居民哦，那所以也会衍生相关的这些在土地使用上面的争议，所以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很有系统的来逐步来改善跟解决。那退辅会有别于其他的这些国有的农地，你们都是用委托经营的哦，而不是像国产署所属的，或者是其他单位所属的，用租给农民来使用。那你们用委托经营的方式哦，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哦。也就是说，包括长期已经居住或者是使用这些农地的民众，他早期去开垦啦，或者是租用、使用，甚至住在上面，当你委托经营契约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就换，时间到了就换。那他对于原来在开垦在使用的民众其实是没有很大的保障，尤其是当他要去做比较长期的作物，像有机，他光养地就要很多年的时间哦。所以我想这个问题首先要来正视。那另外哦，因为我们早期哦会有这些农场，原来是要来安置哦一些农民之用。原来不管是这些老农民在台湾，他没有家，没有家人，没有土地用来安置他们，用来照顾他们，甚至来辅导就业之用。但是现在你们很多的农地已经所谓委托经营的对象，或者是俗称租用，但是你们用委托经营的对象已经都不是农民了。所以现在在使用的方式跟原来为什么会成立农场，而且是会用大批的农地，甚至以前更早日本时期有人用的，但是在国民政府来开始有退辅会以后，就把这些土地都拿来再分配给农民来使用，原来的使用目的已经不存在了。那我们是不是要再来回顾过去，包括土地正义，包括早期比你们更早来在使用这些土地的人，他的权益是不是也应该要来一定要来顾及到。那现在变成他还要用委托经营来跟你写委托经营的契约，甚至你随时都可以终止契约，基本的权益跟着有其田早期推动的基本的精神跟原则都已经不复存在，甚至还有居住正义哦，早期农民他跟你租用他的房舍到他的第二代，
想要跟你承租自己的老家都没有机会，你们一通电话就要把人家赶走。他可以花钱来跟你承购啊，国有地就有一个承购的机制啊，你只要是有居住的一定的年限，他有一个可以跟你们跟国有财产署来承购的机制。但是退府会的土地并没有像其他我们国有地这么有体这么这个机制来让原来在使用的人，或者是不管是我们要符合耕者有其田的基本的精神哦，或者是这个长期常年数十年来一直居住在那里的，他要去承购，他想要去自己家在那边成长，在那里生长的，想要去承购的基本的权益也没有，花钱也买不到，这个机制是不是产生了一些问题？那我希望你们就土地政策来做一个通盘的检讨，尤其是现在已经没有拿来做原来退府会设置目的，也就是照顾跟安置农民所需的这些土地，甚至现在已经成为你们管理上面的负担，你还要多聘很多人，为了管理这些土地，你还要一批人来管理这些土地，对你们本身的经济效应，其实我都是 question 啊，哦。当然你退府会你有其他有一些事业，你还持续在安置你的我们一些退伍军人持续在安置，他确实有这个当年的设置的目的，但是很多的尤其是在东部地区，因为你们真的是太大太大的地主了，哦，产生让很多早期日本时期就已经在那里耕种的很不公平的状况，有的人在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之后，他的土地有的被退府会拿去，有的变成台糖的土地，哦，那有的变成国有财产署的土地，那现在这不同种的土地，有的变林班地，什么地都有，不同的地目有不同的处理机制，有的人早期的国有财产地他可以承购，现在他的房子在上面，他所属的土地他现在可以他付出一些代价，至少他可以留在他原来成长的地方，但是他运气不好，哦，他早期的地就变成是退府会的，到他现在没有一个可以处理的机制，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这个已经是常年几十年来的历史问题啊。可是既然退府会在转型，当然也有人主张要把退府会废掉，我是不认同，因为我觉得我们退府会基于我们现在走全募兵制，还有一些要照顾跟辅导退伍军人他的功能所在，但是如果你们的一部分的事业体已经没有在扮演这个角色，是不是这些事业体也能够做一个瘦身，做一个改革，哦，非公用的或者是非属退府会直接经营的这些土地能够归到国有财产署，以我们通用的国有地的标准，要么就放租给民众，不然就是用其他的现有通用所有土地一致的标准，哦，来处理我们这些国有地，是不是能够做一个花一点精神来好好的面对这个历史问题？喂，你谈到这个问题哈，我们当然我们从盘点我们所有的土地，跟结合你刚才所讲的问题哈，我们不排除用专案编组的方式，我们去，纳入全班来考量。毕竟在土地的这一部分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负担。那当然，我们希望从整个国家发展的角度上，我们去建立一个完整的制度。好，刚刚主委讲到两个关键字，负担，哦。我们希望退府会所有你们经营的事业对你们是资产而不是负担，所以我们希望你做一个整体的盘点，当一些不是你直营的不是你的事业体已经不是拿来真正来安置农民，哦，来安置来照顾退伍军人的这些，我们该释出的该再拨交给国产署的我们就好好的来做，那有一些你们觉得事业可以做得很好，例如说银发族事业老人照顾啦安养，这个你们继续做我都支持，可是说真的我们的农场在东部地区的土地实在是很多，而且太多太多多年来数十年来的历史问题跟居民的基本的居住以及耕者有其田的权益问题掺杂在里面，希望你们能够做一个通盘的检讨。那刚刚主委所讲的
不排除来做一个专案的编组，来好好的检视这个问题。我想这是一步往前走的一步，好，那这个动作我支持，那也希望能够赶快来进行，好不好？好的，好，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肖委员。接下来我们请管碧玲管委员，管碧玲管委员不在现场，陈欧博陈委员，陈欧博陈委员不在，孔文吉孔委员，孔文吉孔委员不在。林俊宪林委员改书面，好，林俊宪委员改书面。那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现场，接下来请徐又明徐委员。有请主委哈，来主委请。委员好，哎，主委你好哈，那个。先第一页吧，好，主委是这样哈，这个这是最新的消息了哈，这个有一个叫白色正义联盟哈，脸书上面讲说，由蓝营各社团以及军系代表所组成的蓝天行动联盟，好，那里面包含夏瀛洲上将、高安国中将哈，哦，他最重要是要去做什么事哈？他是要去组成一个行动联盟，本周五下午两点，将前往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抗议绿营的压霸无理，绿营打手拿人民纳税钱做斗争，欢迎有空的朋友前往声援。我想人民表达他的政治态度这是没有问题的，那只是比较有争议的是，里面我们有两位将，退将，夏瀛洲上将，跟高安国中将等，那当然这个事情大家就会想问退伍会的看法，那我当然也觉得你很辛苦，我想你也没办法直接控制这些将军们，那不过在2012年的时候，夏瀛洲上将那时候在中国大陆参加研讨会，那时候讲出这个国军、共军，这个中国军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目标是完全一致的。那时候退伍会，那时候的退伍会说会沟通处理。主委对这个事情要不要表示一点看法？我们的退将要去我们的政府单位抗议，那认为说这是绿营的无理压霸，拿人民纳税钱做斗争。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夏瀛洲上将，我想还有这个高安国中将，我想还是继续在领有退休俸，这是很棘手的政治问题。那退伍会有什么看法？有关委员谈到这个蓝天行动联盟，目前我们对于这个组织的形态，我们要去多了解他是站在什么的立场上，他来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持续的去对于所有的农民，他如何去表达对于国家政府的政策，我们去站在一个了解他的意见，然后我们去做政策的说明。如果是9月3号上街抗议，因为年金改革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利益，是，那我想大家都可以理解。可是跑去党产委员会去抗议政府因为透过立法关系去检讨国民党的这个不当党产，这个是两回事，我是不太清楚这些退将跟国民党的关系是什么。他的退休金应该是来自政府吧，应该不是来自国民党吧。而且蓝天联盟里面其实蛮多退将的，就是刚才朱伟有提到，其实不管基于怎样的立场，我想你们应该要去关心。下一页，再下一个，好，那个下一个，下一个，好，主委是这样，你们相关企业有个叫新林天然气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叫曹君范，他是什么时候上任的？他上任应该是在一年半，上任一年半了吗？他是什么时候上任？他是今年元月份上任。今年一月嘛，对不对？是的，今年一月嘛，是。你知道吗？他在9月3号的时候，在他脸书上
公开指责政府责任是要心力，而不是放任民粹鼓励风潮，甚至用极尽共产斗争的政治手段。这个，诸位，共产斗争的政治手段，他一月上任，什么职位？副总经理，对不对？是。薪水多少？他是新林公司的副总经理，薪水大概11万多左右。11万多。他之前是退伍的时候的职位是什么？陆军专科学校的校长。薪水多少？大概12万5千。有12万5千了、啊。我们这边看哦，月退俸是，如果退休月退俸是8，月退俸大概7万多。啊、哦，7万多了。是。所以没有领退休俸而来担任这个副总经理，薪水是有增加，收入是有增加，结果还出来讲说这叫共产斗争。你知道我后来又去他脸书看，他脸书把他删掉了。哦，这是联合报2016年9月3，我是很希望是报纸报错了。一个刚退役，退辅会也好好照顾他，让他去当一个副总经理，虽然我不太了解他这个陆军专科学校校长跟瓦斯公司有什么关系，这个专长有什么关系，我想他应该是非常会经营。结果出来讲说政府是在做共产斗争，给他加薪，这个叫共产斗争。我觉得中华民国政府真的很难做。作为一个军人，如果在脸书上表达这样态度，为什么要把他删掉？前面我们讲夏瀛洲，你可能直接没办法管到，这个是你们下面新林天然气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曹军范。我是很希望，对不起，因为我不是本委员会的委员，我是很希望下次退辅会来的时候可以请他一起来，我真的很想跟他讨论什么叫共产斗争。一个受中华民国栽培，退伍之后还继续予以重用，我相信他现在还是副总经理吧？是，他没有因为写这个脸书而失去职位嘛？对不对？目前还是副总经理，对不对？他可以做多久？看他的每年的绩效评核，如果是绩效评核都通过标准，大概可以达到3年，达到3年嘛，还会继续做，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么心怀不满，觉得这叫做共产斗争？哦，我觉得这退辅会也要有个态度。是，我不是要你们去做什么秋后算账，我是说，那到底他是觉得这个薪水太少，还是觉得国家太照顾他？哦，他到底心态是什么？哦，那个转投资事业经理人。所以我这边想请问主委这边的哈，这是你上次业务报告里面提的哈，依据新修正之管理要点哈，遴选具有领导管理及相关专业学能12人哈，希望你们有个希望了哈，降级校级及民间人士各占1/3，好，那这是我拿到近一个月你们新上任这些高阶经理人，只有泛亚工程这个是来自桃园公务局的局长，其他全部还是我们这些退将们，哦，这些高级将领们，1/3有办法做到吗？报告委员，我跟您报告一下，那个资料哈不是最完整的资料。我们其实在8月份以后，我们派了有12员。哦，我在等你这句话。好，这不是最新的。那我只问，有达到1/3吗？有，有达到1/3啊，这些。除了你讲的这些1/3是来自哪些人士？能不能下一次把资料？会后我们把资料提供给委员办公室。哦，这是你的政绩啊，是你应该列在你的业务报告里面呢，啊。是，好，哦，让他多元化，让他觉得说他是从专长来的，而不是过去这样子。好，哦，下一个，最近大家都在讨论啊，这个所谓军公教退休人员子女的教育补助。回到前页，那我们发现其实退辅会这边申请的是比较多的，5万多人，金额达8亿915万。如果是现职，我觉得这是对于现职人员的照顾。那主委，
啊，如果他是退休的，我是不知道我们这个副总，我们这个曹军范副总，他是不是有子女在念，他是不是同时在当副总经理，又在领这个退休这个人员的子女教育补助，这很引起很多讨论。那我们的立场，我觉得时代力量觉得这应该要检讨，至少要做到一点，至少要排富吧。诸位你的看法如何？跟委员报告，所有退休人员军公教子女补助教育补助，这个当然应该是纳在年金改革里面的一环。那么实际上军公教军为什么这个占的量比较大？我知道，因为你们退的年龄会比较年轻，我知道这个我们都讨论过，是军应该跟公教其实切开来看，其实我们也支持。可是我意思是说，至少还是要有个门槛，不能一致。我们在谈年终慰问金，我们在谈三节慰问金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认为应该有个门槛。主委，我觉得退伍会这边要更主动积极。当然很多退休人员会觉得啊，这是对我们福利。可是就像我前面讲，国家都照顾你去当副总经理，还很不满，觉得这是共产斗争。有时候我真的不晓得说，那要到怎样的地步，这个不满，我觉得应该要去看，这整个台湾社会现在进步到怎样的状况。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然军人退休他的条件是比较特别，这我们也都同意，可是一定不能一视同仁，你必须有一定的门槛。如果他薪水相当高，是不是他的子女还需要这样的教育补助？相较于其他清寒的，他们的教育补助还是更高，是不是国家资源达到最好的运用？我想主委这方面其实应该更积极的主动去研拟，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委员。这样请刘兆豪刘委员，刘兆豪刘委员不在现场，邱志伟邱委员，邱委员请。谢主席，有请李诸位。请诸位。委员好。对，诸位，我想，改革是循序渐进的哈。我想一步到位的改革，我想都是特殊的例子哈，而且付出的代价会比较多。那我一直主张要改革，当然是要做好社会沟通、内部协调，然后呢取得共识，循序渐进、稳健的推动改革。您同意吗？是啊，他说，当然这个侨委会不是那个退伍会的业务不是不能改革，包括大家关注的这个转25+转投资事业的这个专业经理人的部分，他遴选的过程、产生的过程、经营的绩效，我想这些都可以这个做一个理性的探讨了哈。我个人观念是这样子哈，用人为才哈，我不管他是蓝是绿，只要他有能力，只要他对国家社会啊有使命感，啊有这个热忱为国家服务啊，而且绩效能够展现出来，这最重要哈。那也不管他是军职出身还是非军职，我想这个都可以讨论哈。但是最核心的概念就是在绩效，你绩效不好，你当然军职当然也要做调整，非军职出身这个的担任的这个。专业经理人也要做调整，所以未来是不是有可能我们这个转投资25+，未来有没有可能这些我们派由这个退伍会派任的这个专业经理人有没有可能在立法院提出一个绩效报告，或者来立法院这个做统整的这个专案报告或者备询？跟委员报告，我们非常乐意从公开透明的角度上，我们去接受检验。当然如果说到达一个必要程度的时候，我们不排除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我觉得这样子很好哈，因为大部分他这个都是在经营他的事业哈，那我们只能看这个书面资料啊，跟他财务报表哈，事实上也要看他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具备领导能力哈。领导能力他不是抽象的，领导能力是可以透过观察互动啊，我这个观察互动我就觉得你的领导能力还不错。为什么我做这种结论？因为跟你共事2年多了嘛，
从上一会期我就知道这个你担任你的职务，你也是非常的认真负责。但其他的专业技能我没有接触过，我从这个报表可以造假，报表也可以美化，所以有时候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个机制啊，请他们来哈、只要是我们这个退伍会派任的，那做这个他们业务的讨论、绩效的讨论，在未来可行吗？委员报告，我非常支持您刚刚讲这个绩效是关键因素。当然，我们从提升绩效的立场上，我们基于善意的检验，我们如何去让我们这个经营体制能够变得更为有效？我们认为说这是一个好办法。当然，我们乐意去。这也是加强监督了哈。是这个直接监督啊，会比间接监督来的更有效哦。我相信他们如果在国会，如果能够亲临到国会来这个面对国会议员的这个询问啊。我想对他们的管理能力啊有这个相当程度客观的检验啊，你也支持嘛哈？那我很期待说这个本会期就可以安排哈这些这个派任的这个专业技能来立法院。委员，报告委员，你总得让我有一个全班的规划。我也了解经济部、财政部他全班的做法。对，当然我们不会落人以后。参考一下财政部哈，是，包括经济部，经济部你看。中钢他也要列席，虽然他已经上市公司他只要观测到一例，因为他的这个官股占大多数。那这个台糖他也有民股啊，他也要到送这个立法院来备询啊。虽然中钢他的预算不用送立法院，但是他很多议题跟中钢有关的，他都要派董事长这个列席。包括委员，这里面的差别就是一个国营跟民营的这个形态。当然，从民营的角度，我们持有相当的股份。对，那这个官股的股份，我到底怎么样去跟董事会我去做好协商？当然，你让我们初步，这要多久做这个过程？大概多久？但我必须要从全班的结构上，我们来进行。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 的时间，好不好？用这样的一个公开透明的方式。我期待说，下个会期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达到这个目标。请委员，我们尽量好，我们尽量。我因为这个很多的状况。变化我不能够全盘的掌握，我也不能把话说满，但是呢我们非常同意这样的一个原则。好，我期待了哈，我期待这个部分，我们当然这个改革是一定要做的哈，改革不能原地踏步，一定要这个每个会期都有进步了哈。是，所以这部分期许你啊那个积极一点哈。好的，好，我们加油。对，好，另外啊我们对这个长照的部分哈，长照部分长照是未来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府的政策啊，你们办理103到106啊，云林跟台南农家的这个环境营造，那冈山农家呢？冈山农家对这个长照的部分有没有相关的这个环境改造的这个计划？我们请业管好来。委员好，我是旧安养护处 处长。冈山荣家目前是我们在南部很重要，它有安阳养护跟私自床位也蛮多的，有几床？床位有700多床，不到800床，有700多床。是。那目前这个占床率将近83%，有将近就是698床，将近700床的占床。那未来评估这个量会，就是说占床率会增加还是会减少？会增加，因为我们在年底。改天哈，我们去此地去勘察看看，非常欢迎。那环境是不是符合现代化的这个长照的需求？是啊，它的有没有扩充床位的空间？跟我们，那你认为这个是未来要结合大冈山地区啊？那大冈山地区包括11乡镇、11区哈，那主要是老年人口比较多，所以这部分我觉得800床目前现状是还不够的，在未来可能你们要想办法，在冈山农家的部分。具有长照的部分来增加这个床位，改善它的环境。我希望你提个计划了啊，那个主委您支持吗？跟委员报告哈，现在目前有两个事情跟您报告。第一个就是我们冈山荣家，我们释出我们的地给高雄市政府去建置身心障碍的一个专业区块。那是另外一件事。我说的长照这一部分，我说希望你床位能够增加，在人力能够增加，预算能够增加，因为这个需求是增加的。好，你需求强度变强，你供给端如果不跟上脚步，那怎么行？目前南部的这个需求啊，跟委员这个坦白的讲，南部的需求是有需要，但是现在我们南部
失能养护跟失智是可以满足这个地区，我们反倒是我们比较北部，我们的板桥农家开放之后，我们对北部就会有消化。至于冈山、高雄农家，目前对于这个大冈山地区、高雄地区照顾是够的。我们现在讲新南向，我们这个国际资源当然产业布局、全球布局要南向，国内的资源也要南向，国内不管是这个教育资源，还是交通建设，还是社会福利，都要南向。所以我拜托主委，也拜托李文忠副主委能够大力支持，在冈山最起码你的量床数要增加。报告委员，他回去研究了，研究是。我现在国事路嘛，没那么多讨论细节。是，好，这个另外最后一项，多角化经营，我想现在是退伍会的一个目标，包括你们做这个休闲娱乐乐活农业。那我有个建议，当然你们有这个观光休闲的这个专业，也有人才，那未来这个在冈山地区这个天候非常好，冬天也不冷，然后又有台糖的土地，那又是三级棒球运动的一个重镇，所以未来那边土地辽阔，交通方便，离市区也近，那你们来着手规划做一个这个棒球村，棒球村的，你们有人才呢，而且你们如果派退伍会的同仁去，我觉得在体力上面一定比其他人更好，规划做一个棒球村，跟台糖合作，你盖一个宿舍，盖一个球场，然后旁边再有几间好的餐厅，甚至你可以请这个 Outlet 也来，土地没有问题，都台糖的，交通有捷运，又两个高速公路，所以这部分你如果有这个企图心啊，你如果把这个冈山棒球村打造起来，退伍会更加会令人尊重，你把你的能量发挥到极致啊，你把你的这个人才也充分运用。我想了解一下我那个退伍那个主委你的想法。谢谢委员的意见，当然所有的意见我们都可以纳入参考。目前我们退伍会啊，我们正在做改革创新的持续阶段，我们希望在这个持续阶段呢，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在稳当的过程中，我们的制度哈，我们必须要完整。当然，你讲的这个如何去开创，让我们所有的事业能够更具成效，我们绝对接受。这不是信口开，因为你们有这个人才，有经验嘛，而且三军都有这个相关的球类运动的这个球队嘛，也有棒球队啊，过去也有篮球队，也有足球队。都有棒球专业的，都有这个运动专业人才，你们也有休闲娱乐专业人才。那台糖的土地，你只要跟他租就可以了啦。我觉得你研究我们辅导会的历史，可能研究蛮长一段时间的。过去我们这个荣工棒球队哈，当然替国家争取了很多的光荣。那这是一段非常好的历史，可以足供我们后续做参考。所以这个意见非常好哈。是。那我希望说哈，也拜托赵伟是不是？这个给退伍会一个会期的时间哈，这个下个会期提出一个专案报告。组棒球队啊，委员，也可以的哈，或者新建这个运动村或棒球村，好，由退伍会来主导，让大家全民知道退伍会是多功能的人才，多功能的这个国家社会的功能。好，主委待会去研究吧，待会去研究一下吧。好 ，OK。我参考研究就没有了，不然我问完就没有了，我会继续问的。好，我想我会继续问，然后我会召开公听会，然后我再召开协调会。好，这个我觉得您既然不反对，你也乐观其成嘛，但是你先让我把四大任务做完。哪四大？长照、年金、转投资事业跟完整募兵制。那就天黑了。这些都是我的重大任务啊。四大任务，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求稳当。那我就拜托你就责成李文忠副主委。当然我参考，我参考。你如果你要做到四大那个核心任务，那你就把这个事情交给李文忠副主委来执行，可以吗？是，好，邱文谢谢哈。这个列入会议记录哈。我一定有，一定有。好，谢谢。赖世葆赖委员，赖世葆赖委员不在现场。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委员不在，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张委员不在，林德福委员，
林德福委员，林委员不在；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卢委员不在；曾明忠委员，曾明忠委员不在；徐正伟委员，徐委员，徐委员不在；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李延秀委员，李委员不在；李淑玲委员，请。主席，有请主委。主委请。委员好。主委午安。主委，我想今天的业务报告呢，我和六月的那个我们的业务报告来相比呢，我觉得我们确实有许多新的，而且是具体的退服改革的措施，例如说对于青壮官兵就业就学的一个强化，还有配合我们新政府长照政策的一个准备，示范长照园区等等。那这些改革方面呢，我都非常的认同。那我也希望说，主委要继续的往这个方向去做努力。好的，我们持续。好，谢谢。那但是呢，我认为说这中间还是有一些可以来做改进的地方，所以以下我想要跟主委来做一个讨论。那第一个就是说，主委，我们未来呢，改良式募兵制要来配合我们教育部来推动青年教育与就业储蓄账户的方案，我想请教主委，你知道这个方案的一个概况吗？基本上我们非常支持国家整体这个教育计划，那但是站在我们如何去辅导农民就业这一部分呢，当然我们是站在我们既有的制度上，我们去做逐步的修正，那么我们会去参考他的这个制度计划，我们来做修正。好，主委，我想这个方案呢，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要让年轻人他高中毕业之后先去做一个从军，那未来呢，他可以得到就学或是就业的一个补助。但是我想说，我知道，就是说我们退辅会一直以来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机制，也就是说依据国军退出役官兵就学补助及奖励的办法，还有各项相关的补助就业还有职训的办法呢，都是要让这些退伍的官兵能够获得补助。那以就业就学补助来说，不论是大学研究所或是甚至出国留学，这些都有做一个学杂费的一个补助。那甚至是说清寒的人员也有生活津贴。那我想今天主委在报告的当中也有提到说，我们未来补助的额度呢会加码，从2到4万加到3到5万。那这个金额其实可以说是非常接近学杂费全额的补助。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政策。但是呢，这也代表了说，我们其实对于退出役的官兵，其实他们的福利政策这方面其实早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措施。所以我想请教主委，我们退辅会这边未来会怎么样跟国防部做一个方案的一个整合？那因为这样子的问题，我想会有牵涉到重复补助的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想请主委这边再做一个说明。特别跟委员报告啊，委员刚才关心教育部的这个计划，对，其实这个计划跟美国2009年的蒙哥马利大兵法案有点类似，就是现在的小孩子他去从军，他是自愿意的官兵，他有一个比较，就是我们通俗一点的心态，就是时间换取金钱，他这个金钱是他将来就学他的一笔基金，或者是就业的一笔基金。当然我们退辅会，我们会从这样的一个方案之中，我们如何去做好接轨。所以从他当兵的第一天开始，我们退辅会就有一个专案编组，我们到国防部，我们去说明将来他退伍以后，我们退辅会是如何的一个完整就学就业的一个补助。那么这部分呢，我们细部的都在我们的报告里面说，但是呢，基本上的理念是跟我们相同的。当然我们会去从这段时间里面，其实这两天我们又看到坊间很多不同的这个声音，那有的人说我不愿意当兵，那有的人认为说这样是一个很好的基金，我们都会把这些意见纳入做我们这个平台到底如何去强化修正的一个参考。好，部长，我想不是，对不起，主委，我想说退辅会和国防部在我们军人生涯这一块
一定应该是要有一条边的一个规划。那我想退辅会和国防部这边一定要做一个密切的合作，让资源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而不是浪费了重复的资源。没有问题。好，我想请主委这部分一定要多费心。好的。再来就是说要延续就业就学的部分，我想那个主委您今天在报告当中其实也有提到说，为了要强化募兵制的诱因，将就学、就业以及职训工作前推，在官兵第一天进入军营就要说明退辅机制。但是我认为呢，募兵在推动上面有一个问题，在于年轻人并不清楚目前从军的福利以及权益，还有退伍之后后续的照顾。那我之前也有看过说我们国防部所印制的一个募兵的文宣，但是在这募兵文宣里面当中，对于退辅措施的部分其实没有太大的琢磨。那在于我们国军人才招募中心的网站首页内呢，虽然有募兵制的退辅措施的介绍，但是我点进去之后，其实只有看到你们在这个部分只有五张的网络文宣。那我想请主委看一下这五张文宣，我想请教主委，这五张文宣我们是不是有印成实体的文宣品？这个我们由各地的荣服处，我们会把相关的文宣提供给各地的荣民做参考。但是我跟委员报告，对，因为这个网页哈、是比较过时的，对，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的修改我们的网页，它将来是一个互动式的，一个交流式的，而且所有的资讯呢、是依据需求者的角度上我们来设计的。那么所有的这些接轨啊，其实我们跟国防部，我们现在有一个平台，是由我们副主委跟国防部的副部长，我们已经完成协议了。那这个平台呢，是从他当兵开始，一直到退伍这段期间，对，我们都是在接触的。尤其是他退伍前一年，我们就开始每三个月，我们去做相关的资讯收整，以及他适才适用的一个基本档案建立，以及他退前我们如何去转换成职训。最后呢，在这三个月的时候，我们去公开的说明有哪些企业是吻合他的，那么将来退后以后、我们让他接受职训以及辅导就学就业这一部分。那基本上这个平台我们是已经建立完整了，那么如何去强化后续的内容跟一些做法上，我们必须要去强化修正的，我们持续的在依据这个平台，我们在这个持续的修正当中。那么请委员放心，我们绝对是一条边，而且是完整做法。好，主委您刚刚说到一个地方，就是说有关于我们这资讯其实有点过时，这个我非常认同。那因为我刚刚我在准备这个质询的过程当中，我看了一下我们退辅会的这个文宣内容呢，我觉得其实这个内容其实是非常的完整，但是在每边上面其实真的还有很多需要加强的地方，我想主委您应该也非常的认同。文宣品呢，它其实第一眼就是要让人家非常的有印象，然后资讯简单明了的，可以简单的传定资讯，让我们想要宣传的对象可以很明白的就知道。所以我希望就是刚刚像主委讲的，要和国防部有一条边的一个模式来做一个统整整合，把这个资讯呢能够更新到最新最好，然后让大家能够简单明了，对于我们未来的募兵制推动也是有相当大的帮助。是的，我们会持续努力。好，这点请主委要再多费心一点。好的。再来就是要请教主委的部分，就是说近五年来的统计呢，老年荣民自杀的比率比一般年老的国民比率还要高。那我们以103年来看，老年荣民每10000人自裁死亡人数是3.68人，那全国老人每10000人自裁死亡数是3.14人，那五年平均分别是3.87以及3.29人。这样的数字呢，虽然看起来好像不太惊人，但是如果换成比率的话，近五年平均年老的荣民自杀率比全国老年人高出将近18%，所以我想请教主委，您对于这样子的自杀率高出20%的原因，你有去做一个了解吗？这个跟委员报告，我们分成两部分来说。第一个就是在我们荣民之家，对，我们对于这个现象，我们是真的是专案我们来管理的，因为很多的都是久病厌世，对，那对于这些人呢，我们是有
派专人的护理人员，我们去照顾他。除了心理辅导之外，我们对他24小时他的生活态样，我们都去做一个完整的记录跟后续的追踪。第二部分是居外的农民，这些居外的农民呢，有的是因为他距离比较他的住地比较偏远，那有的是平常我们的探视啊，可能比较不方便，但是呢，我们有用远距式的护理系统，也就是说，每天早上我们有我们的专业人员、我们的服务组长亲自打电话，这个运用这个远距系统，听他的声音，了解他的状况，他随时有状况，他甚至于不讲话，他按铃，我们的应变中心马上就会做一个处置。那么这一部分，实际上我跟委员报告，我们在农民照顾的这个自杀率上，我们是比较低的。好，所以我在希望就是说，因为我们老年人其实非常需要受到关心的啦。那所以针对老年农民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呢，我希望就是说，主委在这方面能够要求，或是说请这些访查人员能够好好的关注他们。那如果说他们心理上面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健康上面有什么问题，都希望主委在这方面可以帮他们寻求一个解决的管道。好的，好。再来就是我想请教主委的部分，就是说有关于农家资源共享的部分。那因为这个问题呢，其实刘世芳委员也非常的关心。那针对这样的部分，我想其中配合地方政府来提供床位安置弱势老人呢，从134床增加到145床，这当中其实只增加了应该说六月到现在其实只增加了10床。但是我从资料来看呢，就是说我们业务报告当中来看，各地的农家服务人力其实现在已经非常的缺乏。那业务报告其实当中有讲到说，各级农院要培训长期医事人员，即将要再增加500人。所以我想请教的是说，主委，我们这培训出来的人力呢，是不是能够适时的对目前农家人力不足的部分来做一个补充？那并且未来要怎么样来做配合长照2.0的一个先期的准备？我们请业管处长就这个问题跟你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好，委员您好，我是旧安养护处的处长。目前在农家来讲，我们是提供这个地方政府的资源共享，就是9个农家145床，但这只是一个数字，地方政府有需要，我们会全额的去提供它。比如说纳马下乡、梅山乡、桃园乡，台风的时候他们要下来洗肾，我们冈山农家、屏东农家来多少人，我们都会收留他，提供他们住，提供他们伙食。那您所关心的照护员，我们是按照卫福部的法规设置标准，比如说安阳养护师资是1:3、1:8、1:15，或是1:15、1:25、1:35，日间跟夜间有差别。我们是完全按照这个来编配人力，也就是由公务预算，我们除了我们编制的这个护理人员跟编制的照护员、供给照护员之外，我们不足的就由委外的经费来聘雇这些人。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明年我们委外希望能够增编3000万，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供给人员我们退了，那他公务预算的人事费就少了，但是在委外的话，我们就增加这个钱来支应供给人员退的人力。那比如说休假周休84小时，现在降为80小时，我们的休假系数从1.33增成1.45，这都要增加人力，所以我们的预算增加的原因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经过精算。那目前来讲，我们不管照护人员、护理人员，还有冈山，甚至任何农家的床位，我们都会满足这个弱势甚至地方政府的需求。以上做说明报告。好，谢谢处长。是。主委，我想，长照2.0这个政策呢，是我们未来政府所要推动的一个方向。所以我希望说，在这个照护人员也好，不管是我们安养中心也好，都希望我们主委在这个方面，退辅会要来做好一个努力，那也让我们退辅措施能够更加精进，让我们社会能够更加有感。好的，没有问题。谢谢主委。好，谢谢委员。谢谢李委员。接下来我们请蔡逸宇委员，蔡逸宇委员不在场，蒋乃馨委员，蒋委员不在场，陈一杰委员，陈委员不在场，陈明文委员，陈委员不在场，周成秀霞委员不在场，郑运鹏委员，
郑运鹏委员，郑文不在场。OK， 好。本次会议由委员黄昭顺、林俊宪等提出书面质询，请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那请相关单位以书面在两周内答复。那口头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的部分呢，或者要求补充资料部分，也请退辅会呢在两周内提供相关的书面资料。那这两天的一次会啊，除了这个不在场委员之外，所有登记质询委员都已经询答完毕。那我们主席这边宣布散会。